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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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分享，今天要够力够力的啊！今天啊，今天我们要聊什么东西啊？英英是怎么认识啊？好，全部我们全部讲讲出来了。我跟你讲，今天等一下你们什么问题想问英英？你们刚刚打上来，他们讲骗人的，他们讲骗人的，骗人的。等一下我们叫他亲哈，骗不了的啊，垃圾垃圾，给了很多钱，给了很多。找一个啦。OK， 等一下啊，我们英英的呼吸老啦，所以英英的 boyfri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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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分享分享分享 ，everybody。你叫妈妈，够力够力的啊！叫妈妈不要看直播。哦，你妈妈哦，你不想给妈妈知道？没有啦，是好事来的吗？事事温温多好。没有，妈妈也会，他妈妈都不相信啊！不要讲你们啊，那天我 video call 跟英英啊，我问他妈跟他妈妈讲，他妈妈讲妈妈有口令。OK， 来，恭喜！怎么可能会相信？你妈妈会可以健康直播吗？我没有，等一下。什么？先抱一下，抱一下。那、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哈哈哈哈哈！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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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猜，你们猜，很多人啊，你们会以为什么阿达、哦，阿达还是阿达还是啊啊？没有，他们有啊，他们有一个以为沈玉琳，什么不是？另外一个以为是阿达，以为是德哥。他就以为是 Elvin， 他们也倒把给了 Elvin。Yes, he's going to stand throughout our life because he's going to join our company, do the Facebook live 小的。没有，我们没有骗你，真的是英英的 boyfriend。OK， 真的是英英的 boyfriend。他今天他终于和 OK 有勇气，他今天终于和有勇气 OK 要把他带进来直播跟你们介绍，所以你们要祝福他们。的你要祝福他们，都比你爸爸听不听？哎，相信的人打相信，不相信的人打不相信。Supplier， 等下没有，不是相信人打一号，不相信人打二号。OK， 相信的人啊打一号、啊，不相信人打二号、啊，现在打上来。你们觉得是 supplier 的人打二号？如果觉得 supplier 打二号、啊，你是商家，你觉得我们这样贱吗？我们就编个故事出来啊啦！对啦，我们很真的，我们没有这样子做，我们这样子做的。你们一直以为 Elvin 打跑，打败刚刚软先，然后跟你们讲哇，全部人打二号。然后啊每个人就讲 Elvin 软先什么呼吸啦什么什么什么，等一下我们就叫他亲嘴给你们看，所以过了今天你们要对我另眼相看，我刚才不是讲亲嘴了，全部人打二号，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后面有拉拉队啊，我们的拉拉队全部在下面，垃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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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啦，亲嘴一定，亲嘴一定要说啊，这么花两万块台币请来的。哎，那我们花2万块台币请来的，我们后面有拉拉队呀，拉拉队呀，垃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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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没有 ，before 你们要看，你看一下 ，before 你要看表演，你们全部要点赞分享先 ，OK， 如果说哈。我们今天好像你们看啊，好像你们看 Vigo Live 吗、啊？你们看那些那些网红啊，那种颜值直播、啊，你让他们做一个举动，就要分享到一个程度、啊，对不对？ Like 要到一个程度，我们先看 Like 先，按 Like 按 Like，、啊、我们看 Like 先，来先站啊！今天中午啊，我们不是早上的飞机咯，我们差不多9点多到 Hotel， check in 到来10点，可是没有办法 check in， 因为1点半大概 check in， 然后我们就去那个Party World 里面坐住，然后英躺在那边这样。欸、等一下，不止这样子的、啊，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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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看，你看，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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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看呢？啊，这样，没有，他拿一个，他拿一个，那个什么，拿一个衣服盖住，对，然后他的手在那边动来动去，没有，不是在这里，没有，等一下。现在 M 开心什么？现在 M 白后面这边81个 like， 先 like 先啊，几个 like 啊？只要哈 like 超过300个，我们就介绍英英的男朋友，好不好？不啊、like 有500个啦 ，like 有500个的话，我们加亲嘴。没有啦，不可以啦，这样傻。like 有那个700个没有，叫英英抱起来亲。没有啊，没有 like 300个的话，没有 like 我们叫他把你干崩啊，把你干崩，再躲一点了，没有给你们看了。一号是什么意思？没有，一号就是他们相信，一号不相信。
一号是相信，二号是不相信。二号是以为我们花钱请来的，他们以为是二号是 supplier， supplier， 二号是我们花钱请来的。他讲了，不是沈玉玲，我欠。哪里会像沈玉玲？哇！玉玲大哥，哪里的背影是这样子的？哎，现在你的你被关掉嘞，你再跑出来，你再来，你们 like 没有三百个哦，我们真的是叫没有啊，最少要八一千呐、啊，没有 like 三百个先，我们再出来。Okay, okay. 如果 like 五百个的话，我们再清准。OK， 每个人帮我们 share 啊！哎，九九没有 share， 九九帮我们分享，要分享啊！每个人帮我们分享一次 ，please， 真的，我跟你们讲，今天我真的是用心，很用心去跟。英英的 boyfriend 讲，你今天上镜用一整天，这半天就讲到了。连吃饭啊都讲，英英啊，英英吃饭也讲，就讲讲到啊，我们一到 hotel 啊，他就在楼下等他了。我没有看过他，英英已经是有准备哦，要把他介绍给我们。对，为什么呢？介绍给他是给他是不是？没有，因为没办法，每次来台湾啊都躲躲藏藏，对，每次放完风啊就可以去酒店，不要命我们吃东西。没有，现在不吃了哈。没有，不是，英是这样子，他是还有跟我讲，他是跟我讲怕不稳定，连他公布了一下子就剪掉了，所以他就这样跟我讲，真的。妈的，这句你也讲出来。以前啊，我们在台中的时候，我听说是吗？所以我跟你们讲，我讲的东西是真的，你们一直以为我跟你们开玩笑。没有，就是你平时讲偏乱讲。来，不过，分享多少个？我们先，英英的 boyfriend， 英英的 boyfriend。这边三百个 share， 152个 like， 没有300个 like 啊！我跟你讲哦，我们今天不会把它说出来。帮忙按 like， 按 like 啊！一定要点赞。他见光死哦！啊？什么？没有，我跟你讲啊，他现在 like Facebook 是 like 的。OK， 每个人帮我们分享多一次 ，please 放放啊！对，差不多1000个。他是台湾人，我们叫他自我介绍好不好 ？OK， 他是台湾男女的人，他们讲认识 ，OK， 他们做了什么东西 ？OK。对吗？有些跟在一起的话，就是拉手而已嘛。因为有些跟在一起的话，那个程度很小吗？你想说，你要怀孕了，啊，又要生掉了，没有。所以我们是要懂他们的那个关系发展到什么程度，懂不懂？啊，我们还有一个喜事要跟你们公布了，等一下哈 ，OK 啊，等一下，其实我们先 share 够了，我们才来讲。OK 啊，没有啊，我们给你们瞄一下 ，OK， 来，你看是不带地，我老还是很不带地，你可以后面先。你可不可以像中午一样、早上一样这样子抱他？没有，我们一定要求嘛。王雷还没有看过，王雷还没有看过哦。没有，哇，你们听哦，王雷都还没有看过哦。等下王雷会不会骂我？现在王雷现在直播看到了，王雷都没有看过哦。他在哪个？OK， 谁看过 ？Sharon 看过，我看过。伟雄看过，伟雄看过。还有我 Zen 他们早就看到了，我没有看到，我今天才看到。我今天一到以前我他们在台中的时候，他们下午两个不跑去哪里逛逛嘞，连我去楼下要去买东西吃的时候，他本来是这样子的拉手，哎，拉手，看到我的时候，直接就说，没有，我跟你说先，累过哎，他很用心哦，因为我们早上到的飞机啊，本来我们是半夜到的，可是我们的 flight delay 3个小时，说他为了要等英英啊，他睡不着觉哦。睡不着觉哦，我们一到酒店哦，我先进去酒店了，我就看到一个男的啊，拿一个拉杆上面坐住等他，人就跟我讲，这个是那个英的 boyfriend， 哦，hello， 没有这样子比较好，为什么呢？跟躲躲藏藏，我们做完直播去吃宵夜，可以一起去吃，对，我们要做什么东西可以带着一起去啊，这是他达到的目标啊。所以你上次说的那个在饭店晚上蹦蹦蹦是真的嘞？哎呀，你那是谁？你叫什么嘴啊你？人家才是。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一次特意？OK， 这一次特意订个套房给他加强版的床，我们住在英的旁边啊。没有，现在没事，因为为了这件事情哦，阿德阿达还有阿德他们特地去跟那个酒店的人说，可不可以换不锈钢的那个床，那个床底那个。所以他问我，我们到 Apple 的时候，英就问我为什么这几天你都没有 video call。你们不觉得奇怪吗？我没有，只要是台湾的直播，你没有听为什么我这样久没有 video call 英？对不对？因为什么呢？我排泄，因为他要跟他 video call 嘛，不可能他在跟我 video call， 他在外面 video call， 他的说，我在跟我老板 video call， 一起，他有没有，然后结果他 video call Jasmine， 啊，那我 video call Jasmine 没办法，我 cancel 了。
按掉 OK， 来分享啊，没事，来几个先，几个啊，先久了 OK， 我们继续分享、欸、你们一人帮我们下多一次，我们就我这边就破2000，在那边就破千八两千了，帮我们、欸、like 真的很少嘞，真的大家真的线上的每一位朋友想看英英的男朋友帮我们按 like， 来按 like 刷上来，我有男朋友你们真想看呢，我跟你们讲哦，喜事的喜事来了吗？认真有女朋友的时候也没有，有啊，没跟人讲看 SQ 吗？对啊，有啊，对，有，我还抱 SQ 来亲啊，还梳了头发，头发啊，对，梳我没来，没来。哎，这边你的哎，每一百个 like 哈，你们可以叫英做一个举动。OK， steady， 每一百个 like， 每一百个 like 啊，你们可以 request 一个 kiss 啦、啊、抱抱啦、摸头啦、秀头啦、垃圾啦。OK， 没有，我觉得，哎，我觉得要交杯酒，交杯酒啊 ，steady， 我们等一下真的要做某些动作，不然他们以为我们真的是亲亲的。对 ，OK， 我跟你讲 ，kiss。脸就不可以了，可以，你要 kiss 嘴巴 OK， kiss 嘴巴人家不相信的话，你可能你要舌头对舌头啊，哎、欸、你看硬拍死了，如果你妈妈在里面看，她都会为你开心的，她在跟你笑笑，她在跟你开心吗？等一下硬继续摸，硬继续摸，继续摸，谁厉害，她只有她手这样，哎，一直这样手，一直这样手，刚才拿掉了，机器摸，好，拿掉了 ，OK 啊，一直来分享啊，来分享，我没有，我没有喜事要跟你们讲啊，有喜事，来不过，等一下，点莹莹，听莹莹开心哎，听很多人讲听莹莹开心，对，耶、yeah ，恭喜你呀、啊，恭喜你、啊，今天除了要松开了那个，没有啦，两个是生日快乐啊！没有，今天除了要介绍英男朋友，今天要跟大家公布了，我们要公布。英，今天除了要介绍他男朋友的话，你不是要公布你不只是喜事，刚刚结婚了没？没有结婚啊！我们要七个喜事要公布了，好不好？来，我们想看的啊，现在 OK， 这边2000了，差不多了，按赖再按赖再按赖，连够了没有了不？现在几个现在帮我算一下，现在是百。78不够嘞，不够嘞，来差不多300个了，我这边来几个，我这边来那边390。OK， 来 OK 啊 OK 啊，差不多了，你们全部点赞多一次，点赞多一次，点赞一下，帮我们 share 多一次，帮我们点赞多一次，点赞多一次 ，last 再帮我们分享一次，好不好 ？OK， 他的名，他的啊，莹莹的那个 BF 啊，叫做木林哥，木林哥是吗？是不是叫木林哥？对，木林，木林啦，妈的，还有哥，恭喜你老。哥，哎，那我们开始叫张岩哥，张岩哥，刘哥，张岩哥，岩哥，没有啦，我们叫木林就好，木林 ，OK， 来 ，OK， 等一下我们要介绍了，好不好 ？OK， 你们准备了没有？真的为你开心，看到吗？准备了没有？对 ，OK 啊，我们现在啊，五、四、三、二、一，等一下，由英英去抱他，转过来，英英，steady 一点，等一下，我们是 support 你的嘞，哎 ，steady 的，你们全部打上来，恭喜，打上来恭喜，全部打上来 ，congrats， 恭喜啊 ，congrats 啊，传说中的基隆的林北木林。真的啊，有夫妻相，有夫妻相，他们有夫妻相，真的。对啊，来啊，到了没有？看了啊，看了啊。来，躺下。莹莹，
你给我滚！你没有啦，是多少？两千七了，两千多了。你来，我给你啊，你要叫英英吗？头英英，英英，啊，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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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给，对，没有两个做法，什么？有可能是你比较主动，然后我们主把你回来，现在你是主动，记住。哦，你。我认识他们这么多年了，我没看过他们垃圾耶。我跟你们讲，我们也没有在这么多的人面前，我们这个机场都是我们。我没我今天牺牲了，没有办法。牺牲了，所以你们继续帮我们分享好不好？真的破变了。当然会吓到你们，根本不会。我呀，我了，我呀 ，OK 啊，爹地啊，来。来。五千了，五千了，已经飙了，已经飙了 ，OK 来 ，stay 住啊 ，OK。我很紧张啊。把我们分享多一次。分享分享，你看看，哎，拉拉队，拉拉队，给他去放下，一个女花鸟。不是啊，不是，我没有看过你跟明明这么亲密。对，我是没有看过你跟他亲密。对，你有看过，你都没有看过，你认识他，你有看到什么地方？那时候一出来，来，来，来 ，OK， 来。我们有个喜事要偷，我们有个喜事要公布。没有，你要做主办的被动了。啊，你们决定好，你们要看他们的。啊，开门戏了，开门戏了，开门戏了。第一次嘞，他很紧张啊。不用紧，第一次就爆红了。对，第一次爆红。我只像明天那种群群战群花的照片。来三千，没关系，没关系，两千是吗？五千六，五千六，他到时我们要做个喜事要公布嘛？等一下，对，这个喜事啊，不用怕，来，我们。哎，面包 create 那个背墙，来，等一下，来，加油！哦，来，我问他一下。啊 ，OK， 来，我帮你。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了。我帮你等。真正的 supplier 在等你啊！他不是 supplier 啊，真正的 supplier 在等你啊。supplier 全部在后面等啊。不要说在人家面等。是真的，是真的啊！来啊，一。我有一个要求，我要求。你们刚才在不准，不准啊、你们再示范多一次，真的是没有啦，要啦。Okay, 我如果我示范的话，你们恐慌不了。你很恶心的 ，OK 啦，我老妹，我看不下，我看不下。等一下，我跟明明已经 demo 垃圾聊了，现在到啊扔个。没有啦，到底是不算，你要扔个垃圾，真的。没有啦，可以啦。没有，我不要你跟他。真的啦，我要你跟他讲，你证明，没有啦，亲嘴，不要紧 ，to prove everybody that， 不要紧，舌头不用出来，可以亲嘴，亲嘴就好了，好嘞，亲嘴。哇，厉害！他们这两个哈，说这四年没有亲嘴啊，一直都跟他亲完啊，多年没有亲过嘴。我们每次都亲了，你们有没有在 line 里面秀一点？我没有像 Zen 这样子在外面一直这样亲的，我们是在房间。我们平时秀爱。他每次送出门以后，出门，我出门，我出门之前会去 kiss 明明的 kiss 啊，我出门会 kiss 他的，不会像 Zen 这样子，不是这样。对，你看，跟他现在推我走开。之前他没有 boyfriend 的时候，他没有推我。一推我，一二三，噔噔噔噔。Hello， 帅打 ，OK， 帅打帅，帅打一，帅打要帅打帅啊，帅打帅啊，哎，他是哎样子斯斯文文的，是不是？对，没像我跟欧米一样直接头直接脸，斯文哦，对，是吗？啊，好帅，为什么打好帅？因为爱情，左牵手。会正在里面笑，会正，会正，会正，哈哈，会笑的啊！哎，会正那边，会正，有，哎，英今晚要爆爆了，该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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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来啊，给帅气，每个人打帅 ，OK， 来，
OK， 我们先介绍啦，介绍自己先啦。来，对，要先自我介绍一下，讲话一下，来讲话一下。大家好，我叫木林。木林，对，穆桂英的穆，木林，木林，台湾的女人，台湾的女人，用讲这样清楚啊，台湾人。很难音，很关键啊，怕紧张，一直在那边。你可以表演一下，我们现在在 KTV 在。这样子，这样子，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哇！我一直发出来，发出来。现在没有，现在已经到这种情况了。到这种情况了，因为他最犹豫不决的，像我这样子一直要讲出来的话，他最担心的是怕讲出来过后，等一下你们两个什么事情啊，让他很难交代，对不对？所以现在你不可以辜负他了嘞。没有，已经是决定，已经算是我们。没有，不是决定，你们在一起大概多久了？一段时间了。我觉得不能说在一起多久，你知道吗？ Okay, 来，因为我们认识非常久的时间，其实就是他在台湾念书到现在，认识快20年。哦，就平常都有在联系吗？对，我们因为以前就是嘛，我们那个时代没有像现在一样 WhatsApp 什么那么联系，所以比如说一早就认识了，只是过一段时间，没联系，然后就飞鸽传书了，是吧？对，类似这样。然后就他来台湾之后做直播，就开始有联系到吗？就会看到一些他的那个 Facebook 嘛，对，他的动态嘛，所以就是你最近过得如何啊？我们就开始慢慢有联系，慢慢聊天的。对，那我们因为以前就认识嘛，多少会有点会情感在，对，大家是不是想要听这个？OK， 所以你们是几时决定在一起的？不能说是决定在一起，就是其实我们都算是自然而然走在一起。对，就成熟的人是这样子。对嘛，我们没有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在一起。月黑风高，要不要跟我在？要不要跟我？这是你们牵手的时候，在台中的时候了。不是啊，不能真的算啊。板桥的时候嘞，板桥是。没有，其实这个部分讲起来就是自然而然啦，没有说特别一定要在什么时候的那种情形下，我才会就是来拉拉队，来拉拉队吹一下，他鼻音很热，拿东西给他吹一下。我好热。OK， 来哥，来你看他，因为他激动，林北跟你们讲呼吸了，你们就不相信我。都没有呼吸。他其实自己没有呼吸。我不可以讲他的名字，我要找一个东西来称呼，是不是？你们就不相信我。他很用心的，每次英英飞来台湾的时候，只要是跟我们做直播啦，他会特意去那个地方找英英。哦。在台中他。从他的地方去台中多久？3小时。我有问英英的哦，我有问英英啊，我那时候好没有认识他，我就问英，你没有发信息给他，你在忙的时候，他也没有一直 message 你，有没有？英讲有。等一下，我没有发信息给他，还是很他会问我在做什么，为什么没有 message 他？还是有很多人不相信嘞。啊？哇哦！来，表演，亲嘴。OK， 等一下。我们刚才你讲好了，你别跟他再说多，要进 demo 跟别跟垃圾，你没有说吧？要去方便的亲嘴啊！快点！喂！你看，来！因为你是哦，在直播看起来很像对大女人很强悍这样哦，在他旁边的小女人这样。他们讲有夫妻，有什么丈夫妻相，夫妻相，来。啊，他们不相信，没办法了。刚才你讲了吗？你讲我跟明明做什么，你们就要做什么吗？对不对？你们带王磊。王磊有没有看过？之前英是讲不要给麦一个的团队人知道。不是，是怕就是王磊会啊，骂我影响工作啊。其实厉害，给我跟 Elvin 哦，想象英会找到男朋友的那个模样是完全不一样，对，跟我想的也不一样。哈哈哈哈哈！他比你斯斯文文的，斯斯文文的，斯斯文文，的一表人才了。他们不相信现在，什么不相信？他们都不相信。你们相信的打一号，不相信的打二号，他们已经全部打一号了。花啦，再花啦，花啦，哎，买带王力，带王力，带王力，他不要 kiss， 我不要 kiss 啊，不要啦 ，kiss 啦，来，可以 kiss， 他不相信。不相信，你要承认这段感情，对，真的。OK， 今天他都在直播上收敛了，要给他信心嘛，对不对？接下来我们有很多合作机会，对啊，我们还有一个喜事要公布，还有一个喜事要公布啊！他们全部打二号的，一二号是什么？不相信，不相信。
所以他们叫你你们 kiss， 真的 kiss， 你要亲旁边，你亲他，他亲回你，你们才亲嘴，好不好？好，OK， 你亲他，你亲他，他亲你，他亲嘴。OK， 你看，你不亲嘴，他都 OK 了，哇，他都 OK 了，来，他们一直讲不相信，你看。这是给他们看，他们讲 Is it true？ 我老哎，我老哎，手抱到这样子还不 true？ 不是，阿珍有讲过，阿珍当时他讲过，之前他就讲过，他讲就算你在直播出现了，一定也是会有人不相信，你站在旁边都没有人相信，你的意思是什么？没有，你的意思是什么？没有，你是我赔不起啊，是不是？赔不起，是赔不起，是赔不起，是赔不起，真的，我觉得哈。不是你觉得我应该说找个德哥这样的是不是？没有啦，我觉得他配不起你啊，现在看你们甜甜蜜蜜还逼了，对啊，哎，刚开始说，我跟敖斌是蛮担心的，其实也丁也很可爱，讲真的，我们是刚开始蛮担心，因为我们不认识了吗？在进一步了解他，改再有合作机会啊，就啊，明白吗？对，所以现在可以听他有没有？都是你害到我没有人跟我聊天。本来我是每天找到人家朋友陪我聊天的，我做完直播，现在我只可以跟乌龟聊天。林北为了我，就是因为知道你跟他每次视频聊完，我回到新加坡，我特地去买乌龟，你知道吗？我晚上跟乌龟聊天，我买到三只乌龟。讲到重点，你可以信了没有？你信他先，他信你。嗯。哇！来，这个。到你来，一二三，所以那里可能不是真的。对啦，你以为我找 KTV 可以亲嘴啊？那相信了吗？相信了吗？已经没有了，我花两万块才请。错了，现在他们还不相信我。他讲 really 的话。对。OK 啊，现在插一个垃圾。垃圾，多少人数？人数3500加3000，6500，六千比王雷还多啊！值得他。没有，我跟你讲，我用多两三次人数，用多两三次人数应该签多合理。是这样的吗？刚刚开始。哦，还要去新加坡，还要去新加坡。OK， 来，我们做听着，听你爸爸听着。哎，不要，垃圾拿到破7000好了啦。六千，知道吗？这不是排血，都到我们两个人排血了。6700了嘞。对啊，拿到破7000了。节目效果来，还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 boyfriend 的。如果你们还不相信的话，我们最后再出绝招。我们说高兴嘛，因为我高兴他不需要躲躲藏藏，我们可以一般这样子出门这样吃的嘛。你破裂的话，我们要看一天看硬几下子看不到他的嘞。对，做完直播跑回去饭店要陪他嘛。对，现在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出门，你看没有啊？一起出门，所以要高兴。他不紧张啊，他不会紧张啦。他紧张。OK 吗？很多人叫你垃圾的，没有人相信的。没有人相信啊！Every block 你看得懂吗？你看得懂。来 ，OK 啊，什么人？有很多人打不相信。这么会打，很会演，他们讲很会演。他们讲 kiss 很容易，垃圾就不可能的嘛，对不对？你讲去跟一个陌生人垃圾，不可能，对不对？不可以嘛，对不对？不要伸舌头出来，你们嘴对嘴。对，至少要10秒，一声声都出来的话，他们就在讲什么啊？十八什么啊？对，你知道吗？你在可以嘴对嘴，嘴对嘴，舌头可以，没有舌头，可是不要出来给大家看的啊！因为你看电视节目，你看连续剧，你不可能是一样的吗？你不可能，你们接触到那时间了，没有垃圾过吗？啊？有吗？有垃圾过吗？有吗？没有垃圾，要拿别的东西。就。我别人要给 viewer 知道的，他们已经进入那个阶段了。再证明，会再讲还不行，还想证明多一次。Sharon 都不信哦，王磊的女儿都不信哦，因为我们在楼下看到 Sharon 讲真的假的 ，Sharon 讲哦，所以现在太帅了。对，如果不是帅的，如果像德哥这样，如果是这样，真的，他们就会相信。OK， 来 steady 点啊 ，OK 啊，有夫妻相啊。我觉得你们觉得他们两个和夫妻相，他们两个一起配合做直播会不会好看？对，我觉得对。我先加油！加油啊 ！OK 啊，来3500了，在这边3100了 ，OK 来交代什么？交代过不可以怀孕哦。
不可以怀孕，不会怀孕，他们不会怀孕，因是成是大人了啦，他知道了。Can that's how much they know each other 哈？哎，你们什么问题？你们可以打上来。OK OK， 等下 OK 没有啊？现在直接拿起就是看全部人的嘴巴了。OK 啊，来来，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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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一百一白天也会有啊，他没有发信息给你的时候，你我会知道他在哪，你会知道他在哪，我会去打扰他。对啊，我去打扰他的时间，所以都是成熟的，都是成熟的，对。可是你知道我每次有跟他视频的吗？知道，当然知道。知道，他有跟你说吗？有，他跟你说。半夜会不见一下，你会想这么这个老板跟这么会？其实不会啊，其实不会。觉得就是朋友的互动，我都觉得是 OK， 没有任何毛病。那其实他看英每次跟我们合作，哎，他每次英出国做直播跟我们的话，每次跟他们直播，他也没有在你面前讲我们的坏话。不会啊，他跟我讲说你真的很优秀，就是脑袋非常非常快，讲话也非常对，真的，他就是跟我就是讲过你非常优秀，真的有，你们都有啊。对，他有跟你说我们很照顾他吗？有啊，当然是啊。对，这个其实我们私底下讲话当然知道一些小事情嘛，但是。会说你们优秀，就是真的是优秀哦，没话说，没有不能说的秘密哈，没有，对，这个不能。然后你们每次我们要通要用，因为我记得在越南，我们在越南呢，最后一天我们要赶去飞机场的时候，他睡过头，你也打他是吗？对。打好多痛啊！对，我们全部在楼下等莹莹一个人，莹莹睡过头。重点是刚才到酒店你们做了没有？没有。不要问这种东西啦，不要问东西。你好，你可以去旁边拿你那个出场费用了。真的是他的 boyfriend 来的。OK， 他有对一个东西，我们要公布一下啦哦。OK 啊，我们要公布一下，有可能啊，还没有真正团妥啦。我们会叫你叫木林是吗？是。什么木什么林？哎，木龟的禾字旁啊，然后白。穆斯林的林。对，穆斯林的林啊。穆斯林的木啦，穆斯林的林。我哪？头脑不清醒，真的，头脑不清醒。哈哈哈哈哈哈！我们现在哪里走啊？走一半，在那边。他在那边讲啊，我们在走到一半，站着讲话，在那边讲。然后我们。等一下，再讲。阿嬷。哎，我们没有笑你，没有。你跟明明剪那段，你要剪出来哈。OK， 然后你还有什么东西要问？你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我没有问题，我是要东西跟公布吧。有很大的可能性啊，很大的可能性在谈的，因为他自己也想 try。他自己也想 try， 因为他现在还有在做工了，对不 对？有做工，他是做属于什么工？政府政啊，就是很像我们新加坡的 MOM 的这样子的。说、so, 因为现在哈、啊，因为怕他，我们要给他有能力照顾鹰嘛，鹰就不用这么辛苦嘛，所以有可能啊，我们会叫他加入我们的团队。没有，其实我们是给他们比较多，对不对？他会跟阿达在一起，对不对？阿达对不对？阿达厉害，阿达早要喝酒，阿达去探口风，看他的性格是怎么样。然后最后阿达就过我的报讲，这个男的不错。他睡我家啊，好，喝完酒睡我家，睡起来我们两个一起看电影啊。对，然后阿达还有报讲，这个男的不错，这个男的挺老实的，我们帮你 investigate。谢谢你们，证明你们真的也是爱我，我知道。他之前有新主播，对，有可能是我们的新主播，他叫木林直播台。没有他，木林木拜啦，反正木林银木林木银直播台啊，银木木林，真的，因为他自己以前也有卖过东西的，对不对？你有做过菜市场哦？不会啊，对。他有做个菜市场，像我们以前这样子的做法，对，所以他有了，他跟阿达谈得来了，所以 OK 吗？你觉得 OK 吗？没问题啊。可以做直播会难吗？难，任何工作都一定会有挑战性，对，我们就是必须挑战这些工作，哦，对不对？对，还有什么？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我会照顾好你。哦，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听不到，就讲多一次。我会照顾好莹莹哦。
OK 哦 ，OK 哦、哎哎，我会唱歌好英英哦 ，OK 。你会说英语吗？不好 ，OK， 一点点，哎、欸，那个，我会照顾好英呢，英语怎么说？哎、欸，不要讲这种，我们就讲第二次就绕回了，不好玩。对，来，新闻，没有钱，签证签。没有，刚才没有放出来。我会照顾好英英啊。OK 啦，说真的是真的是真的输啊 ，OK 啊，还有人不相信。对，这些什么 memory before 那些，我们是标温签啊，到时你们要更了解他的东西。他在镜头出现更多次，跟你们觉得久，对，跟朋友聊就问他，你们觉得他 OK 吗？他的 look， 他的那个、今天要他是不是坏人的脸？当然我的脸比较坏嘛，对不对？他的脸是一表人才斯文。哎，今天呢、硬要把他介绍出来的话，是很大的挑战来的。对，我啰嗦多久了？没有啦，没有讲到结婚那个地步啦，还没有啦啊，好，没有，不结了，不结了，不是，两个人开心在一起就好了，对，对不对？两个人开心在一起就好了，对啊，对不对？因为都年纪大了，都啊，对，只要是真的是在一起开心就 OK 了，我觉得是这样子，而且他们是异地，是不是叫异地恋？异地恋，你看是不简单呐，说真的。啊，蛮简单的，对，没有，每个月都飞来，每个月都飞来哦，蛮简单的，只有台湾直播一定来的。那么，哎，我去，叫我们台湾直播，本来是没有跟王力大哥团队的，因为是王力大哥团队，他们在新加坡有去美利坚，他就讲，哎，你们去台湾了，我要去的，西北厉害。OK 啦，现在开心啦，开心啦，开心。所以你现在做直播，你现在做直播会不会轻松？你这样对这镜头，你觉得有什么感觉？是不会太紧张，不会太紧张。开始又紧张嘛，对不对？一上了镜头就 OK 了。OK 啊，当然了。对，因为他们一直打。我紧张嘞。其实你看也不会很难的。你看他们现在打英文、华语字、国语字都看得懂，只是简体嘛。对啊，他看得懂啦，我每天都用简体。哦，你每天用简体跟他发信息啊？可以看吗？写我爱你吗？有没有？是你发我爱你比较多给他，我只有在就是睡觉前还会说 love you。哦，对啊，有晚安 love you。我有看过你发信息给他，你发很多爱心给他，我都看到。你不要黏他，还是硬不要黏你？我觉得这个部分没有什么黏不黏呢。有时候还有算工作忙，没有回你信息吗？你会想，会打给他？我知道，我知道他这个时间点在工作嘛，所以你这个时候去打扰人家也不好啊，是不是？那我们就是必须要就是有给彼此的空间嘛，不可能就是跟恐怖前人一样，你在哪里？你在吃饭了没？你为什么没有吃？问这种问题是没有必要的。对，大家都是成年人。你是现在是几岁了？我快40了。你大英几岁？两岁。大概两岁。一岁啦。一岁吗？我说你年纪小，你还不好。一岁到一岁。他大你一岁啊？说你感觉怎么样？英感觉怎么样？开心吗？舒服。好用吗？我是说，你笑什么？所以我每次讲的东西是真的啊，不是开玩笑的。对，所以我每次跟你们讲的东西，你们以为我是跟你们开玩笑，对，其实是真的，是真的开玩笑，是真的事情啊。是把有些东西我有加，我有加东西进去了，就我们先扫了啦，就很久，我们应该是有半年前先扫了。对，因为我跟 Zen 两个人挺 observant 的，我们挺敏感的，有些东西，他就没清楚了。英是不是有 boyfriend 啊？我就讲should be 啊，我妈妈都不懂嘞，你妈都不懂，现在听你妈妈就懂了。安迪你知道吗？安迪，现在你相信我讲的话了啊，安迪啊，啊，不懂，你跟他到现在还有没看过你女儿？有视频，比如发了视频啦，还没有见到面啦。那你儿子奇怪，都每天都是这个安哥。之前是你吗？之前是我啦。啊，然后呢？这边啊。我先换掉啦。OK 啦。好不好？明明超好笑哎，明明跟他讲哎，明明他讲叫他不要吃醋，你打电话给我。啊，是。不是应该明明不要吃醋？哦，我的老婆跟你说了，叫你不要吃醋啊，讲我每次打电话讲不要吃醋啊。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啊！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打上来。没有问题好吧？啊，好秋是一个称呼来的，是一个称呼。没有好秋。他没有好秋，他没有好秋。我不懂怎么叫他的名字，我就讲一个好秋咯 ，OK 啊？乱讲。我把真的是有这个人存在嘛，对吧？有些东西我是加出了啊、哦。怎么样认识的？刚才他刚讲哎吗？
他后面才进来。哦，刚进来就要看重播了啊，看重播啊，前面很 exciting， 很 exciting。没有，改次啊，英英有开那种吃播聊天的播，你们去问他，啊，就跟你们聊好不好？对对，这个话题可以用一个月至少。如果他开直播，你们 OK 吗？他开直播，对不对？开直播我们 OK 吗？开直播，对，他在台湾开直播啦。啊，怎么样认识？很多人想知道怎么样，我们要讲认识怎样认识。然后我们就要开始卖东西了，你们卖东西你们不要跑啊，跑的人拿马票永远不会中，跟你讲。哦，最少要顶，不要买东西不用紧啊，最少要顶两个产品过后才走。对，那、啊、我一拿产品出来，个人数直接掉，妈。他们讲王雷同意。王雷同意啊，王雷有同意啦。王雷有同意吗？同意。王雷没有看过他，那天他就讲了吗？吃饭的时候讲，他很高兴吗？可是你要 stand by 哦。因为王雷他是很爱开玩笑，我懂。对对对，他看到你，他会问你是怎么插进去的，他一定会问你这个问题的。王雷一定问，对，他因为他是开玩笑，他是开玩笑。你要 stand by 这个台湾之旅，你要想要怎么回他？你要 stand by 哈，这个台湾之旅哈，每天在上直播嘞，每天王雷会抓你来炒流量。OK 啦，我知道嘞，我觉得。哎，你还有什么东西要说吗？啊，没有没有，来，你说说，我很重，我真是很重，很重，对对，那个玻璃升起背后了，我很紧张。很紧张啊，多紧张！因为要谢谢大家祝福，我真的要谢谢。你们两个站在这边吗？哎，对对对对，要谢谢什么？就谢谢大家祝福，因为有人讲祝我幸福啊，什么我有看到，我有看到，哦，非常欢迎木林加入直播，他的木不是那个木哦。如果真的好好爱珍惜英英，就要谢谢你。他们的哇，谢谢祝福。电通棒要怎么处理？远距离啊，还是很需要。什么东西？电通棒要怎么处理？哎，楼下有那个，楼下有嘞，楼下有那个飞定 machine 呢，电通棒嘞。这几天不用了啦。OK， 我们还是卖东西了啦。他们讲男的几岁？我们再说一下男的几岁？四十。39啊，39岁，而且你大概跟他们讲一下你住哪里，你不用紧的。基隆，他住基隆，台湾，他要下来找英英，因为我们现在在台北嘛，他下来要40分钟是吗？差不多了。对，他，所以他们就一直来回就很麻烦啊，所以他的英英的酒店他就跟他一起睡，这样子，对不对？然后还有什么东西？然后你们有吵架过吗？吵架有吵架吗？有吗？有没有吵架？没有吵架，到现在没有吵架。中央吵架哦，恩爱哦。我们不用吵架了。不用吵架了。中央吵架，只有你们没吵架，吵架，吵架。我没有吵架，吵架。我跟明明都准备吵架了。这样，我跟你讲什么？honeymoon period 啦 ，honeymoon period 啦，一个月就来了啦，就两个月就来了。一个 couple 没有吵架是不正常的。对对对对。要吵一点架了，因为吵架是让彼此认识对方，吵架了解对方。是吵什么？不是那种大吵嘞。对。有时你冲凉也去冲凉嘞，哎，你不要冲凉，你很油嘞，就这样也是吵架。哦，他这样就不会，这样就不会。对啊，我很紧张的，会先去。你还没有来之前，会不会特别想啊？特别想哦，越靠近时间点会越想，这样讲比较快。越靠近时间点就越想了。对啊，你呢？他是每天在想，他每天在想啊，每天想啊。然后你没有，如果你没有发信息给他，你会紧张吗？他其实会，他会哦，他其实会，他会问你为什么，他会说，你怎么整天都没有哦，原来是你紧张，哦，每次讲是人家紧张，原来是你紧张，哦，扎破啦，女孩子是这样子的啦，女孩子，嗯，我已经是很好，扎破了，你问他好不好？好啊，他们讲 I wish you happiness。要赢 OK 了，赢成熟了，赢成熟，很好，非常好，他非常好，功夫又好。哎，这个没讲，我们下集再说。他们下集再说，下集再说，在一起多久了？他们想知道在一起多久了？在一起多久不能讲时间，在一起多久，因为没有日期吗？如果真的硬要讲的话，我们可能在一起快20年。哦，好不好？没有啦，不是啊，说真正哦，就是没有顺其自然，没有，我们大人都讲真正的。对对对对对，没有没有，就是从哪开始啦？就是大概有3个月吗？8个月左右了。8个月左右，八个月挺久了。因为妈的，去年收八个月不要讲哦。对，去年。那为什么那时候台中你才决定让我们看到他呢？不小心看到。不小心看到吗？把他带你来我房间呢？啊，不小心进去的啦。走错房间。所以决定是时候啊，是时候，让他就是。认识到我们，让我们看到他是吗？那时候，是我一直逼你，对不对？我一直烦的这些人，我一直讲你，我在直播上一直讲你，讲莹莹有莹莹不对劲，因为做完直播不要跟我们吃东西，马上跑回家，然后午饭不要跟我们吃，我们觉得他不对劲，是不是？是不是？
然后面怪人，你是觉得我们烦了、啊，然后你才没有办法，是不是？死人真的是。唯一一个东西能知道是什么嘛？他不可能一个人会出去走走的。对。他跟我讲他自己早上去哪里逛哪里逛，拍照给我看，讲你跟谁？我一个人哦，不可能啊，他不可能一个人走走的。没有，只有半个。就那一次去走过，然后我就没有要走。啊，就躲在房间里面了。就懒得走了，就懒得走了。就是房间里面走走了。怎么样？开心吗？开心，相信了没有？相信啊，相信啊。喜之佑，喜之佑，你不要伤心，喜之佑，你也不用伤心的。其实他，我觉得我确定他比你还帅。喜之佑，当然啦，你们每次讲喜之佑，喜之佑，我讲我还没有这么没有眼光。原来他脸看起来成熟稳重了，成熟稳重，成熟稳重，稳重。嗯，那你还有什么东西要跟他们说的？什么东西？你看他摸他的脸了，你看。你可以收工啊。人家去我后面前领一领啊！来，跟他们说一下，有机会再见。有机会我们会再继续。你问他们我开直播，你们会支持我吗？对，你们会不会支持我开直播？会不会？会的打一。马上会了，只会打一而已，不用打二了。对。OK 啦 OK 谢谢，我们要介绍东西了。真的 supply 等久了，我们的 supply 真的 supply 等久了，啊，等下捆鱼了，哎，来快讲，那个才是真的 supply。Steady 啊，不要走啊，走的人啊，妈的马票不会中啊，先讲。跟你们讲啊，顶两个产品，帮我分享，帮我分享对事。我们第一个一定要看，因为第一个哦，它的示范真的很大的差别，看它示范哇，真的很吸引人。OK，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冲凉吗？每天冲凉，你要买一个对的好的洗发水。但是每个人头发的那个 condition 是不一样的，这是有短头发啦，有些电头发啦，对不对？所以不同的洗发水，不知道买哪一种的。今天我们给你们看好不好 ？OK， 我们就请江胜龙，小林啊，这是木林，这是小林他第二个男朋友。OK， 也是双木林吗？你跟我们讲一下，双木林的洗发水在台湾卖的这样好。我们在台湾，我们就在各大通路啊，然后直播台啊，然后还有在购物台，我们都有在卖。那这是去年出的一个新品，那这次是结合啦齁，因为一般我们出去外面买洗发精啊，正常我们就是第一买功能性的洗发精，对，齁，可能是染烫修护啦，或是保湿啦、控油啦，功能性的洗发精，不然第二就是很多人网络在代言的那种香水洗发精，哦，但是不要再脱口罩，哦，就莫你怕莫，没有人误会你是我男朋友了。他们刚一直很怕啊，一直是。其实我有点想搞，我其实有点小感冒，我怕传染给你。哦，没事，没有需要金不会传染的。对，他因为说要顶两标嘛，那我可以送东西吗？可以啊，你要送送啊，我可以送，你送啊，我送 ，OK， 我送，因为我第一次来，其实我很紧张，你知道吗？哦，不会啊，你在台湾做直播啊。对，我在台湾也是在做直播的，啊，但是就是第一次在你们这边，尤其你们人数那么多，其实我也很紧张。没有。那我跟你讲，我抽500支，500支，这是我们的新品啊！你们要怎么抽？看你就是500支，太多了，太多了，这样抽500支，没有，我们当抽500支，我们不用卖东西了，抽五支啊，没有抽我们是五套了。我跟你讲，我们先不抽吧，我们一定会给你们，有可能我们明天才抽。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我们 overrun 了，跟英的男朋友，我们会 demo 给你们看先，然后明天你们再进来抽。好 ，OK， 好，那我们继续介绍吧。对，继续介绍。那我跟你们讲哦，一般洗发精啊，很多人为什么到中年的时候，你头发洗完，女生到中年，男生到中年会有些问题，为什么开始会有头皮屑？为什么开始会有那个干癣？就是会掉整颗的。那有的人为什么头皮会痒？甚至到严重一点的是那个什么掉头发，开始头发容易断裂啦，开始容易掉头发啊。那其实跟你年轻的时候跟你用的洗发精是有很大的关系。对，因为你洁净功效如果没有洁净到够，其实你的头会吸附油脂，那久了之后毛囊会阻塞，毛囊阻塞你的头皮洁净力不好，你的头皮的那个什么发展力不好，它的干净度不够，那久了之后它阻塞塞住了之后开始会痒，就跟我们脸部跟我们的皮肤过敏的意思是一样的。对，这是功能性的部分。再来，很少有功能性的洗发精啊。一般我们像卖那种洗发水，有没有？你如果有功能性啊，带控油啦，然后带那个什么洁净度啊、清洁啊，都没有办法带香味。带香味一般都是那种带那种很一般的小苍兰，对，白色香，白色香哦。但是我们跟你讲，我们这个用的是大地的爱马仕香水，然后跟 Dior 的旷野之心，对，它的复刻度高达95%。Dior 跟什么 Hermes？Dior 跟 Hermes， 对哦。你所以说你家里如果有这两支香水的，那其实你在家里你打开你的香水闻，跟打开这个闻，其实你会发现它的相似度高达95%。OK， 来香，
黑旋布 ，OK， 市场上有很多种不一样的，每个可以讲到它黑旋布多好，但重点是今天我们要做实验给你们看。对， okay， 没有买不用紧，我们可以了解。OK， 看可以看一下示范。今天没有买，可以因为你们去外面啊 ，OK， 你要买黑旋布，没有人做这种实验给你看。而且我们今天做的实验不是拿一点点的油擦在头发上的实验哦，没有啊。OK， 我们是在去那个后面的那个厕所那边啊。Okay， 我们当场洗给你们看啊。对，当场洗给你们看来。对，来呀、啊！我跟你们讲哈，他们的这个黑旋布啊，现在目前有几个 OK。差不多有20到25间的那种高档的那种 salon 有在用，但是他们不卖。对 ，salon 等级的，但是不卖啊。没有在。来这边，但是他们不卖。在这里。来。一般来说，最怕的是什么？哦，我们最怕碰到就是油性的发质。对。因为我们人啊，只要因为我们正常就是有些女生，你是2天3天才洗一次头发，这个你要特别注意，因为我们的头皮一定会分泌油脂素。那有的时候女生2-3天没有洗头的时候，你头是不是臭臭的？对，2-3天没洗头，头一定是臭臭的。男生也一样，一定要用啊。那来，啊，我跟你讲啊，来，我们现在来还原头，我们现在来还原头皮、头发上面的油脂如果太多的状况哦。那怎么样让？现在不卡了，现在好了，刚才有左心一卡，现在不卡了。有些女生啊，你头发洗完之后，你会发现说，那个还有一个油脂的味道在上面。那然后你要洗个3-4次，尤其是头发长的女生，尤其是你3-4天没有洗头的女生，你怎么觉得，你头皮怎么洗都洗不干净，总是会觉得，痒痒的，然后都会有点味道。啊，不然就是你洗完之后，你才隔天或是2天没有洗头，那个味道出来了。男朋友在旁边，味道就很好，来，我们直接开始实验。那个就是用油脂附着在你的头皮。那我跟你讲，你的头发不可能像我这样子这么脏了。这个油啊，来，这个是一般我们在家里用的沙拉油。沙拉油啊，真正的油啊，真正的、你们的头发，你们头皮出的油都没有出那么多的油哈，都不会出到这么多油。等一下，应该是。整罐油淋在头发菜啦、煮菜啊，我们没有煮菜啊。对，应该是不会这么油了啦。OK。再怎么油，我们头皮哇，你看这个是牺牲啊，牺牲很大啊。真的很牺牲啊！我倒油，我们的头皮再怎么脏，也不会像我倒油这么脏啊。哇，你来，这个不是赢的男朋友啊。来，那你像，尤其是女生们哦，对，而且他是一个碰到头皮哦嘞，肮脏之物，很脏哦。然后再来，像我们头发附着到脏物跟油脂之后。你平常洗是洗不干净的，越来越洗越油，越洗越油，越洗越油，对，越洗越油。来，帮我们分享多一次啊！怎么样？来，你手再怎么洗，都是油油的，都是油油的。对。我跟你讲，有了这对，要证明说，因为油的东西就洗不掉。对，来，我们现在洗发水，我跟你说，洗发水啊，就搞定了。来，可以同时让你结高层的结晶。你帮我刚才他按的那罐上来给他们看，不然他们刚才看，他们的 angle 看不到。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卖的啊。等一下我跟你们讲哈，它每个包都有不同的用处、啊。我们等一下要卖的啊。对，有三瓶啊。它除了有功能性之外，而且我跟你说，洗完之后你等一下绝对不会闻到酱油味。没有酱油，不会有黑酱油的味啊。很香。你看，刚刚酱油是不是都在手上？对，那你看它洗出来泡泡有酱油的颜色吗？没有，它完全那个污垢跟脏污跟它的那个油臭性都已经被分解掉了。分解掉了。哇，超厉害的！我的天哪、！OK， 来，看到吗？现在洗掉了啊，现在洗掉了。OK，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示范给你们看哦？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我们放煮菜的油啊。你们的头皮的油当然没有像煮菜的油这么严重。OK 啊，这个是熬倒油啦，够就啊够紫菜油。其实他是想要放麻油的啊，我跟你们讲先啊。会不会太干？不会，不到。你先我们跟你们分享，他们讲会不会太干？完全没有油了，完全没有油了啊！我们头发麦干一下给他们看，到底有没有油？会油油。来，看到吗？没有油了，已经没有油了啊！就知道了，因为我们有油脂水，油跟水是会分离的嘛。对，来毛巾，那看手，来毛巾，看手啊，擦干。然后等一下给大家看哦。一般来说，你如果头发太油的话，我们在洗完头的时候，我们的头皮会呈现一个很崩塌的状况。对。那像这一种，你只要把它擦干。它头发不会，就是说，不会扁扁这样子啊。没有，很香哦，没有，重点是很香，我们在这边都闻得到味道。而且重点来了，你来摸一下，来摸一下。对，没有很香，对不对？真的不会油嘞，在这边就闻到那个味道了啊。真的不油嘞。真的不会油啊！而且头皮干净吗？头皮也不会油啊！哦，对对对，而且它是整瓶沙拉油下去哎。OK， 没有，重点是很香啊，很香。重点来哦，对，来这边，
然后你们看，你们看有没有闻到那个香气？有，有。这个很像香水的味道，很香。这个用的就是高浓度，我们品牌专柜品牌在卖的香水的那个复刻度。西北胖，今天西北胖，真的真的真的很香啊，很香，真的很香。OK 啊，他洗啊，他一洗了，他的味道直接出来了，西北香。OK 啊，哇好香哦、来，对，一下子、啊。OK， 来，在这里，来，再来最重要的哦，来，一般这个是有经过实验认证的哦，因为一般有些厂商，他为了让你头发的持香度能够拉长时间，他们用的香精是重香，但是它是容易致敏。这个我们这个是通过国际欧盟26项低敏，然后无残留、高用香精的测试。来，想问一下哈 ，OK， 因为大多数他们用的就是洗发水、我们讲一个很多是洗完头发，头皮会很干，头发会很干，这个会吗？这个不会，不会啊，它这个是完全不会的话拿来退 啊。我跟你说， okay? 如果会的话你拿来退，那但是有一种状况，如果你的头发是经过刚重度染烫，那你要上护发，你要上护发。因为你头发、就是、对，那你一般发质都是不用的哦。你已经染发已经染一段时间了，那或是说你正常的头发，男生的、女生的哦，不管你是细头发还是粗头发都可以用。这个是不会那个，这个是不会让你头发就是觉得很干涩哦。你只要把它擦干、吹干这样子就可以了。OK， 所以我们今天介绍这两瓶，它的这两瓶有什么差别吗？来下来 ，OK， 来来呀、啊，一支是保湿，这个黑色的哈是 Dandruff Control and Oil Balancing 控油的。OK， 他们这个在。国内就是他们在台湾这里很多 Korean beauty salon， 包括那种 high class salon 都有用他们的 shampoo on 他们的顾客的，但是他们在 salon 是不卖的，他们的 shampoo 好不好？是不卖的啊，是认识到他们的这个 supplier 工厂，还有办法拿这个东西给你们，可以购买。然后另外一个，这个是那个就是头皮屑，控制头发的，保湿的，保湿的。OK， Bubble Color 是保湿的。OK， 你们两如果两个头皮屑都可以用两个吗？可以。如果说两个一起用的用加用法。哎，如果说你同时有头皮屑，然后你头部又是比较油，因为有些人的头发是天生就偏油，对对，你什么都不做，但是你的头发就会一直出油，那我建议你用控油，控油，它会去控制你的毛囊去分泌油脂。那你本身如果是头皮屑比较多，或是头发比较干涩的，我建议你用保湿。保湿啊，所以 if you have frizzy hair， OK， 你的头发是特别干那种的话，你们可以用这个保湿的。软头发的， OK， 软头没有软头发的话，跟奔的话哦， OK， actually 是另外一个的，等一下我们看要不要卖，对，那个是新出的，那个是新 出, 新出的吗？还没有上吗？ OK， 来，这个有可能会给他们体验价，对，来， OK 啦、okay. ，所以这个的话啊， OK， if 你们要用嘛用法的话，可能你第一天用这个，第二天再用这个。可以 alternate usage， alternate usage 好不好？ OK， 好里面有没有 SLS？ 没有。OK， 里面没有 sodium sulfate， 我 double check 过一次啊，刚才我 check 是没有。OK， 它里面还有 Sandala Asiatica， 是一个帮你们就是 heal up 你们的 scalp 的问题的一种成分，好不好？ OK， 里面没有 sulfate， 它里面没有 synthetic fragrance 啊，好不好？全部都是用 pure extract 还有 pure ingredients 做出来的，好不好？ OK， 所以今天的话，这一个他们在台湾卖的话哦。OK， 他们的 solo 是不卖啊，但是如果说你们去他的网站，你要买是买得到。有时候放在网站买的话是1280，对，一支1280啊 ，OK， 1280台币啊，台币，新币大概要58块一支，一支啊 ，OK， 你们自己去他的网站是查得到的啦 ，OK 啊，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都查得到的他的网站 ，OK 啊，他们卖1280啊，等一下啊，反过来，忧虑背孔 ，OK， 但是今天啊 ，OK， 我们呢、啊。一个平台100，对，出来做促销。等一下啊，改次你们用了好用 ，OK， 我们就卖回它的原价1280，好不好 ？OK， 因为他们这个在台湾有控价的，有控价的，我们不可以。而且重点是很香，很香。你说刚才那个维持酒跟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很香？就是你说方面很多人为了加强它的香味嘛，为了加强香味，但是它会放进去一些比较针对皮肤比较刺激的，因为它会比较偏向工业性嘛。对，因为你要持香度久，那你的香气跟你的留香度就要够。那它会比较偏向那个什么工业性，那我们但是我们的是用欧盟认证，欧盟认证，欧盟认证的香精，它是26种致癌跟26种低敏感的一些成分，所以使用上你不会洗完之后头皮就觉得痒，还说不舒服，但是它的持香度一样可以持香达到超过24小时，就是说你今天洗完到明天起来，你还可以闻得到香味。这是很重要的哦，对，对，就对，很香，跟他现在我在他旁边，我都闻到很香的味道，真的，香味对啊 ，suitable for dry hair，suitable for oily scalp。
suitable for people with dandruff problem, and suitable for people with frizzy hair, okay? Suitable for people who have 容易头发断根、容易掉头发的 can prevent hair fall also 这个好不好 ？OK， 因为你们头皮一旦油就很容易掉发。对 ，OK， 因为阻塞嘛，毛孔阻塞，好不好 ？OK 啊。所以今天这个的话，我们整个平台拿100套出来做促销，对，给你们当做 trial price， 给你们大家去用，好不好？到时候 OK， 你们要继续回购的话，我们就跟着他们的台湾的价钱卖的，就是一支1280新标58块。好吧，两个要怎么用？就是 rotate 用啊、，rotate 用啊 ，OK 啊，一个是 oil control 的，一个是 moisturizer 啊 ，OK 啊。来，想要的朋友 code number 要抢单啊，先跟你说 ，OK 啊 ，pre order 有没有人在台湾 6 to 8 weeks you receive the item？ OK， 还、有这个 Evolution 的全部 set， 我们今天是两支 ，OK， 不同的功效 ，OK， S 1加一99块，好不好？ Okay, 要人打上来啊！刚才有顾客问到哦，这个粉色的500ml。刚才有谁也问到啊？刚才有顾客问到哈、就是那个粉色的，这个是体验价，这个是你们刚刚出来的吧？目前的新品，目前的新品是来做什么呢？染烫，染烫有带黑跟喷黑的人，头发特别特别干燥的人啊 ，OK 啊，特别特别干燥的人，这个是他们刚刚的 new launch， 他们 new launch， 你说要给他们体验价吗？对。是想给他们体验价，对不对？对，他是想给他们那个体验价，想要推广一下，推广一下。就是说，你买 S 1加一的话，你要再买这个的话，可以花多可能28块。28块，就是28块啦。28块台币。对，新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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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28块台币怎么花 ？OK， 我跟你们说啦，不然这样子啦，好不好？今天想要下单的人啊 ，S 1加一的人啊，我跟你说先，这个体验价您别不要卖了，好不好？你价钱你照给我。你价钱照给我，我要给他们 try。我们每次这样子的，我们每次新品的话，我们要给他们那个体验价，体验价就这样子，干脆这个就不要卖了。这个不要卖了。你这个货够吗？货够啊？你这个多吗？1280吗？这个还没有办法，他到时候卖1280吗？1280新币一支，对。所以这三支的话，你要我说在台湾买的话，要差不多五十八，170多块哦，177块新币，170多块。你们用了，你们会爱上它，好不好？来，我跟你们打一下。先说先洗好头，你的头发会很香很香很香，真的很香啊！我跟你们讲啊，今天要的，因为我们用东西就要有香味嘛，对不 对？所以有些人要买香水啦，买什么啦，对不对？它这个里面就是香水味，有 Hermes 的跟 Dior 的是吗 ？OK 啊 ，Chanel 啦 ，Chanel，OK、okay、啊！今天要的人呢、啊、，S 1加一，这个本来是要卖体验价的，今天不要卖了 ，I mean 那个 PWP 跟它 cancel 掉，今天我们拿来送。你们今天考面 S 1加一的人呢、啊，每加一我们就送一罐给你。改编了，帮我改编、okay 啊、改编，我们就拿200套出来送了。对 ，P 的六 P 的那个 code 跟它 cancel 掉 ，OK 啊 ，S 1加一啊 ，one set 啊 ，one set 现在都是三支，三支，这个我们来送了、啊，这个你们 try， 你们每个人去 try 先买，就是 mix 全部去 try， 收到货了你们用哪一个好，到时候我们就分开卖。所以啊 ，OK 啊，我时常那些有软头发的、有电头发的、有半头发的话，这个你们就不用天天用 ，OK， 这个有可能一个礼拜你们用三次这样子，好不好？对 ，OK， it's especially good for people who have perm hair, dye hair, very damaged hair 的话，你们就用这一个。OK， people who have very very dry hair 的话，你们就 purple color 那一款。Amina， 那个冰山上来多一次哈、哦、，OK 啊，不要再提醒你们啊。然后啊 ，please count how many set we sold 啊，现在跟他打上来啊 ，brother sister， 不要等了的，不要等。我跟你们说先 ，shampoo 每次我们都要 OK， understand that a lot of people got their own shampoo， 你们去 try 看看这个，你 try 看这个，你自己 shampoo 你可以早上才用，这个你晚上，因为你出门整天你会油嘛，对不对？你用这个看看 ，OK， 它全部啊，这个的波浪啊。全部都有认证的，明白我讲什么吗 ？ISO certified 啊 ，no need to worry 啊。他们在台湾这个刚刚 launch 的时候，一出来，他们头也卖的不多，就是第二波、第三波的时候，他们一波就卖了几万只，我感到好笑 ，OK 啊。所以今天我来好浪 try， 我们这个本来是要 PWP 的，今天不要 PWP 拿来送 ，But let me tell you， 这个送的 limited set 啊，我跟你讲，你们如果前面买得到，后面那个。FOC 的送完了啊，我们就喊送了啊，好不好？到时候后面送完了，你们可以 PWP，OK、okay, PWP 啊，我们就开源 PWP 的 code，PWP 给你们去买，所以你们就买128，你们先 plus 先啊，好不好？现在 S 1加一没买 S 1加一的人，我送对一罐给你，送完为止啊，先说先啊，好不好 ？OK， 要的人现在打，不要等了，不要打去问爸爸妈妈的，现在跟他打上来。重点什么吗？ Okay 啊、不好用，退钱，7天里面拿回来退。重点是啊，你看啊，刚才他把那个整罐的油跟哦导油倒在他的头上哦。他不是洗5次4次还把他的油全部挤出掉嘞，他只洗一次而已嘞。你们 imagine， 你们平时啊头发头皮出油的时候啊，你们至少要洗2次，
才足够的干净哎。今天他的洗发水哈，只要洗一次而已。刚才他倒上头上的油全部跟他分解掉，污垢也是全部跟他分解掉，好不好？来这边说，来第三场 ，last ten set 啊，剩下最后的十套啊，他们属于 FOC 了哈 ，OK？ 因为三罐加起来差不多3000多台币，要新币170多块。今天的话才99块 ，OK？S1 加上你们要的数量。如果说今天你们买回到家 ，OK， 收到货了之后你们用非常好用，对不对？改次我们长期还会再卖，但是到时候卖的价钱的话，就是单支单支这样子卖的，就是一支卖58块的，因为他们要跟着他们价钱走控价，好不好 ？OK 啊？而且我问他，我讲不用用 conditioner 啊，他讲不用哦，不用一支不用哦，所以不用 conditioner 啊。可以听我讲啊，我们再 explain 它的 benefits 多一次，有很多人不懂 ，OK？ 每一个 bottle 不同的颜色是有什么用处，好不好 ？OK， main usage 的话，你们是这两瓶。OK, for people who have very oily scalp, oily hair 的话，头皮很容易出油的，你们就黑色这一瓶，好不好？常常用它。OK, 如果说觉得头皮 OK 已经是控油控得很好，已经头皮已经没有那么油了，那头发特别的干 ，OK, 你们就用紫色的这一个，好不好？所以这个是洗头发跟 conditioner 跟 hair mask in one 这样子的 three in one， 好不好？那如果说头发时常有电头发啦、崩头发啦，还头发是特别的 dyed hair、damaged hair 的话，你们就一个礼拜用一罐的话，一个礼拜用两次、三次这个给冰卡了的，好不好？就是 alternate days， 就是 alternate days。因为你讲真的啊 ，OK， 很多人不知道嘞，你在家里洗头发，你用几个全部一个而已嘛，对，对不对？真正啊，你去看啊，那种 salon 啊，高级的 salon 啊，一次去那边洗头剪头要花几百块的哈、哦。你看到他们的 shampoo， 他们在跟你洗头的时候用两到三种不同的 shampoo 的。OK， 等一下啊，我跟你们讲先啊。OK， 我的 admin， 因为我们会 lag 啦、啊，会 lag 啊。OK 啊，我的 admin 刚先来啊 ，so 100 sets 啊 ，100 sets 啊 ，brother sister， 我跟你讲 ，OK 啊，你爱买你即阵赶白罗单，我无跟你好笑 ，OK， 你舍得你现在就买。你用了不好用，很简单的，你7天你拿回来，好不好 ？OK， 把你问我有没有用，讲真的，我还没有用。OK 啊，把，因为我们想，我跟你说先哈、哦，这个大哥啊，你现在几岁啊？38岁，他小我4岁。我在那时我在中国就遇到他了，真的，因为他很积极，我们本来是，因为很积极，他就直接拿布拉来我们的 hotel 给我们看，我们就来台湾的几次就没有机会跟他合作到，明白吗？你是在台中下来是吗？云岭上来，他不是在台北的人哦，真的啊，我跟你们讲先啊，其实 OK 啊，根本不需要我跟Elvin试用，单单看他做那个示范，对、啊，已经可以证明了这个宣布是特别好的。OK，just、okay, try 啦 ，everybody，just try 啦，看他的示范就可以了，就好了，好不好 ？OK， 我跟你们讲先 ，this 啊、，this is going to be our long term product also。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本身他洗完过，我在那边闻，真的是很香，真的是很香，它的香味是一直持续散发。而且为什么我们的头发就是有油性才会 clog 住你们的毛囊，然后你头发才没有办法再生，懂我说吗？那有些人有用我们自己的宣布，那哪一个比较好？我跟你们讲，你去 try。我们现在就很像 Watson 一样，给你们去 try 你们的博浪，你们就来一个好 feedback 给我们，我们就跟他进多一点，我跟他压价钱，好不好？今天你们买的算到来一支是30多块，三十多块，你们今天买这个两支对不对？我们这个本来要 P 的就 P 的啊，送了差不多要完了啊，我跟你讲 ，OK， 我刚刚先给 Amin 是讲我们放300支，一个 batch 150支之类的，好，所以现在我这边已经卖了100套，在那边应该也是卖的差不多了，送的没有就是开 P 的就 P 的 code， 本来这个是 P 的就 P 的，我们今天不要，给你们体验价，好不好？ Okay.全部去加上来，真的。我们要去 next product 啊，所以你们要的朋友哈、啊，就、okay. grab 那个 free 的 extra 多一支给你们去 trial 用的话，现在打 S1+1 while stock last。等一下你们说的连接说哦就没有了。如果你用我们自己那个 HK 的全部很好的话，不用紧的。OK， 我跟你们讲 ，sister， 那个全部你们早上用，这个你要这个你们可以早上用，然后出门，因为头发还是很香。对。然后用晚上用我们的 HK 的都可以，你们可以 rotate 用，因为它里面用的 ingredient 哈、哦，对 ，OK， 跟外面你们那种 intensive shampoo 是不一样的，对，外面那种 intensive shampoo for super repair 的话，会造成 scalp damage 啊，你的头皮可能滴滴没打好，太过强烈了，这个里面还用 ingredient 是温和的。所以它可以 repair 你们的 hair， 可以帮你们的 scalp， 它会不会造成你们的 scalp 会 sensitive？ 因为他这个奶奶 hotel 的时候就跟我讲，你看他的头发，他讲他 highlight 的，他叫我摸他的头发，你看他的头发，看你看你摸他的头发，对 ，OK， 不会干干，然后再。不会油油的，刚是整罐油倒下去了，整罐油倒下去哦。而且你看，正常洗完头之后，这里是哦，对，你们去来，我们你们可以回到家里揣倒你自己的。啊，油在你的头，然后你去洗。啊，谁去打最后？这不是节目效果，这是真的。这个是真的有效啊！我跟你们讲，改次啊，应该是什么？你去应该去拿买那种吸油纸。对，没有，我教他们一个方法好不好？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回到家们不懂试的是怎么样，因为自己的头皮油还用什么肥香布洗都 OK， 对不对？你们回到家拿你们煮菜的油自己倒在你头里，用你自己的香布洗看看先，然后你再洗清洁了，你再用导油，再用我们这个香布洗，你看哪个比较好？好、oh, ，OK 啊，来，今天要来的 S1 加一打上来，拉小孩，我没有跟你开玩笑的，跟你讲啊，送的 ，Amy 那个送的 ，please 打上来给他们知道先，送的剩多少个 ，comment up 啊 ，OK 啊，好 ，no need conditioner，OK，、okay? 那如果有些头发特别特别干的，送几套？我来放300支进去，三百一个，总共来150，哦 ，OK， 总共300，所以我这边说 140 的话，就是差不多要没有了 ，OK 啊，我跟你们讲哈、啊，不要走开先，你们继续帮我们点赞，因为下一个波浪哈，我跟你讲，西北厉害。对，下一个博拉西北厉害 ，OK？ 为什么呢？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萨文啊 ，OK？ 除了来洗脸，它可以变成一个晚上面膜擦在脸。它有 slogan 啊，它的 slogan 等一下出来了。我跟你们讲嘞，为什么呢？你们不可能去拿你们的 provision shop NTUC 买那种肥皂上soap bar来放在你们脸，涂了之后不要洗掉它的，对，因为它里面都是有化学物质的。刚才的 slogan 是垃圾，垃圾，垃圾，现在对一个 slogan 不一样了啊。等一下啊 ，OK， 我们邀请他这个专业人士进来，他就跟我讲哈、哦，他这个东西好用不好用，你去试了就知道，叫你们去洗。来，我要洗。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要欢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你也是干嘛？刚刚的声部啊，也是在蓬松啊，头发。啊，头发蓬松啊。那个来宾大家好，好开心哦，这边开心热闹，对，很热闹。然后就是帅哥美女，对，可以看到他，很开心哦。看到你林李林丢，你宣布我works on you。我跟你们讲，今天你们 S1 加一的话是一组，全部都送去你们的家，所以可以 choose to use。The different kind of shampoo, the different kind of effect will do on you, 好不好？所以 Elindio, 你们今天照加 S1 plus 1就对了，好不好？ OK 啊，来，我们先介绍这个肥皂什么特点在。各位，这个肥皂的一个特点啊，就是说，咱们长话短说，也就是我把皂打造成一颗轻医美的一个这个体肤的一个皂，也就是这个皂的话，我希望大家给我们台湾一个机会，当我们在用这个皂的时候，做脸部的清洁。那做完之后，很多皮肤科医生都会讲，肌肤的保养第一步一定就是脸部彻底的清洁。对，那么给我一个 BF 一个机会，当你在做脸部清洁的时候，你相信我，你的肌肤非常的舒服。那么清洁完之后，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肥皂搓出细致的泡泡来替代面膜敷脸，也就是我们的 slogan、嗯、来一下，第一洗二敷三修复你的肌活，四紧致五保湿。真的，只要短短的3到5分钟，给我 BF 一个机会，洗脸加敷脸，迅速、快速，而且相当的速效、精准的在你的肌肤上。那么有任何青春痘或者是皮肤痒啊，洗脸来讲的话，那如果像有香港脚的人怎么办呢？也给我 BF 一个机会，洗完脚之后，一样把泡泡敷在脚上。新加坡的来宾们，哇，就是我给我一个机会。你真的有香港脚的一个症状，你洗完之后敷，你相信我，第二天第三天会因为这个产品发生在你肌肤上产生的骄傲、嗯、你不痒了。对对对对，你的香港脚有什么给我一个好了。 对真的是，对，那个 slogan 他说的是 slogan， 那个 slogan 我是非常喜欢的，一洗二敷三修复四激活五紧致六保湿，短短的3到5分钟，让咱们的肌肤留下三个字，超有感，好不好？很好，这真的是真的。所有一个产品，在于每一个帅哥美女使用之下，带给了我无限的兴奋度。为什么？因为产品会说话，咱们真的做到了。我想把台湾的好产品分享给我们最好的朋友新加坡的帅哥美女，而且我们的产品从小婴儿一直到80几岁的大哥哥大姐姐都可以使用，它是属于这个实用级的一个产品去做的，它等于是一个在轻医美上面的一颗皂，也就是没有年龄限制，没有防腐剂，而且我们要响应环保，刚才也就是没有任何的，就是怎么样，这个对于水源的清洁都很好嘛，对对，也要留一个很好的一个地点，皮肤干可以用吗？来，皮肤干没有，绝对可以用。我们讲正面一点，我们看啊、闻啊、什么啊，你要讲对对对对对，让他们收到货了。各位所有的来宾们，当我们拿到 BF 照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叫 BF 照？我们要打造美丽的家庭，叫 Beauty Family。第一个，我们先来看，它是透明的，透明的啊，透明就是代表
对，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对，或任何的色素。那第二个，那我们要借用我们帅哥的主持人的鼻子来闻闻看，透明的、啊，透明的、啊，所以里面是完全没有防腐，对，没有添加任何的那些化学，对，好不好？然后你闻，但是我跟欧宾听闻了，它的味道真的是很对，猫舌，它不是那种闻了会呛鼻那种啊，香水味很重的，不是，好不好 ？OK， 然后第三呢？那第三个，那用我们的手感去触摸一下。它不是一般的肥皂，各位你相信我，因为我们现在在荧幕上面，我可只能借由产品的感觉去跟大家分享。对，它是一个很软的皂，但是对于你的肌肤、老人斑、黑斑、青春痘跟整整的肌肤疾病，给 BF 一个机会。哎、这么有认识王雷啊，王雷？对，真的。哎呀，这么有认识王雷，王雷用你肥皂，王雷。啊、哦，另外一个还没结束、哦，王雷用你肥皂啊，各位漂亮的美女们，夏天会不会穿这个迷你裙？对对，会不会穿短裤？对，所以我们也可以敷臀哦，也可以敷脚哦。然后如果有小露牙的朋友，请给我一个机会。如果你洗跟敷五天里面，你的小露牙没有消失的话，没关系，我们在这里，我让你完全退货，好不好？好，好不好？好，各位新加坡的来宾们，给我 BF 一个机会，今天给他炒下去，好不好？好。那我们这个那个主持人这边垃圾洗脸敷脸一下，真的产品真的好，我的兴奋度啊只能在荧幕里面，透过荧幕里面跟你讲，各位买吧来先洗，我们看先，那你刚才这句后面的时候才讲，因为我们价钱还没有上哦，现在我们先洗脸先啊，对，洗脸先，对对对对对，讲多一次那个刚才的方法，怎么洗怎么洗，来先洗，照一般的洗脸一个模式，洗完之后擦干，然后第二步搓上我们细致的泡泡敷脸，你可以全部式的360度180度，也可以敷脖子，敷完之后只要停留3到5分钟，你就发现一个成分好不好跟产品有关，你就发现你的肌肤都吸收了，这时候只要拍一拍就好，相信我，让你整整年轻10岁以上，好不好？我来洗了，来要怎么洗？要放水吗？来，我们去厕所洗。去厕所洗啊！又要去厕所聊啊、嗯、！OK， 等一下啊，这样我们给他们，等一下我们给他们看那个哎，这边前面，前面比较好，比较好。所以你这个洗了过后还可以拿来敷脸是吗？对。那我们现在请这个新加坡最强的美女啊，哈，最强的美女啊，对，来，先搓出细致的泡泡。来，新加坡最近桃花运很好的美女，来，桃花运最好的啊，带人工设计，它桃花运特别好。我们真的说实话，实话实说，这个在台湾叫做什么老实素啊。好、哦，非常的细致，很细致嘞、欸，真的很细嘞。通常外面的泡沫，很多外面的肥皂哈、哦，它的泡沫不细的话，就是里面有添加排不好，很细很细，很绵密。OK 啊，好，怎么就洗了是不是？对，就照一般的洗脸。好， okay, 来，你继续讲。好，来，我们现在我很有信心的讲一句话。啊，打哪个图片来一下？今天是美女第一次体验，那个图片，对，对。那我们请美女来说一下，泡泡细不细致？来，我们给他们看一下这个，而且味道很多见证。然后你看，像这个香港脚，对，它用了之后啊，我们可以说是医疗级的 BF， 它只用了21天，但是影响它的香港脚的这个时间来讲，已经困扰它了接近有10年，嗯，甚至于到怀疑人生。从我们的 BF 照之后，太多的消费者给了我们很大的见证。各位来看一下，这位哥哥78岁了。又敷脸，又敷手，又敷脖子，因为什么？他的老人斑淡了。那么再来看一下 ，OK。好，那么现在洗完了哈，洗完了啊，洗完了的毛巾啊，等一下，毛巾啊，你用衣服抹一下先。好像有男生有没有有这个毛囊炎的习惯呢、啊、？OK， 来，我们给我们可以出来了，来 ，OK 啊，我跟你讲先啊，现在第二步，你看第二步啊，你是生意好呀，那不应该，行不应该？进出。还没洗好啊！来这边，洗好脸了啊！他的那个肥皂可以拿来敷脸啊，可以拿来敷脸的啊。好，那第二步，那个我们漂亮的这个新加坡妹妹莹，她的名字叫莹。好，莹，我们现在搓出细致的泡泡。OK， 来搓，没关系，搓出细致的泡泡。对，你看她现在的脸哈、哦，很明显的已经亮了一点。OK， 够了，好，够了，好，够在脸上，够了，拍在脸上，来，拍在脸上，这样啊？对。各位，这就是我们敷面膜。其实这个市场让我非常骄傲的地方是，在座的各位，
尤其是属于男生的各位，不是我们不爱美，只是有时候时间上面觉得做爱美的过程时间太浪费时间了，所以这个是懒人的福音。现在我们妹妹将面膜敷在脸上，这个是刚刚的照。各位让我们来幻想一下，可能二十年了或者是三十年了，你从来没有把照敷在脸上过，但是我们可以请小美女感觉怎么样？就 OK 啊，很清爽，好、哦，很清爽，好、哦嗯，代表我们没有任何的一个什么，而且它不会化学物，你洗完脸它不会干干巴巴这样子，对，而且它非常的保湿，所以这颗皂嘛，替代掉了我们的乳液，替代掉了我们的面膜，替代掉了我们的保湿液，但是会让我们的肌肤更加的年轻。那我们现在这样，你看老妹妹，好，慢慢来，我们可能还没有到两分钟，她叫我妹妹，因为你对。你会越来越年轻。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他的皮肤吸收度有没有，他在慢慢的吸收了。所以有很多的男生有没有很喜欢用我们的 BF， 为什么？他只要早上洗个脸然后再敷个脸，好，那我们现在一下哦，现在只有短短的两到三分钟而已，现在美女你就当我们已经敷好脸了、然后把你的脸有没有拍一拍，拍一拍，用洗掉，不用再洗掉了，用洗掉啊，更不要为了啊，你现在张开的，你看现在连我们主持人都好奇了，不用洗掉啊，不用洗啊，舒服舒服，妹妹，对对，男士，我们越夸张越好，有没有 Q 嫩？对对对对，哇 ，Q Q 嫩嫩的，真的、啊，我们说实话，凉凉哎，冰冰的，而且你整个脸亮了一度，我各位，它就叫 BF， 没有，我不用你们大家了解先，第一步清洁，它是两种不一样的肥皂，第二不是同样的肥皂啊，刚才应用脸洗的肥皂是不同的肥皂。好不好？等一下，他敷的是另外一种肥皂，对不对？一样的。所以这颗皂可以洗脸，又可以敷脸，又可以做到保养跟保湿，这才是我今天来的目的焦点，对不对？对。哇 ，Just Berry， 哇！所以可以洗又可以敷啊，各位，这是我们东方人的骄傲。这样就不用洗掉了。对，就是这样。所以我刚才讲嘛，各位你还记不记得？让我们八股到前五分钟，一洗，二敷，三修复，四激活，五紧致，六保湿。短短的三到五分钟，在你肌肤留下三个字：超有感，确定是吧？确定啊，美女有感的。对，而且它是透明的啊，看到吗？看得到的啊。不是，我懂。对，这个是另外一个成分。所以这个成分有两种啊，有两种啊。这个成分它是针对于。这个皮肤啊有过敏，没有，你确定哦？不会从不会这样子啊？对啊，洗完了哈变成这样子啊？对，确定啊？你看，确定哈？哦，确定。从这样啊，洗了变成这样子哈，完蛋了、啊，跟你讲完蛋了、啊。让我们每一个人的肌肤都年轻健康起来，好不好？好，好不好？好。对，你的手肥皂就是变成这样子，对，它变成一个霜的感觉，对，而且有富贵手的人，我跟你讲，哦，它就变成一个霜的感觉，对，哦，有富贵手的人用非常的好。阿达儿子 ，OK， 我们讲了那么多 ，OK， 主要是教他们讲用法，好不好 ？OK， 所以刚才我们介绍的第一片就是那一片在那里。白色的，对，白色的，白色的，白色的这个 OK, 叫白色香，这个是也就是胶原蛋白，对对对，这个适合晚上美女洗完脸之后、直接敷脸睡觉，对，隔一天你起来你会发现你的肌肤容光焕发，提亮了最起码三度，对对 ，OK， 真的，这个你可以来洗，也可以来敷，对， OK, 功效是给你皮肤比较提亮，对，提亮，更年轻，更年轻，更水润，更紧实，更紧实。那这一颗的话，另外一颗、就是、这个是淡斑的，对，这个是淡斑，然后针对于肌肤过敏，刚才有问到你讲的，你眼睛如果脂肪粒呢？脂肪粒可以吗？去除掉？是眼睛的话，你要配合上你的这个手指的眼睛的按摩，好、但这颗皂的话，在台湾一开始销售，各位，那我现在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自我介绍。因为我爸爸是家医啊，医生。那么在全世界疫情大概前两年半到三年的时候，我研发了这颗皂。但我一开始真的没有想卖，但因为从产品之后，太多人帮我裂变了产品，因为就是产品会说话，你相信我，让我在这短短的两年之中，没有借用直播，没有借用业务，也没有借用所谓的电商这个网络的销售。妹妹，你给我个机会，我居然毫无条件的从产品传递的产品
分享出五万颗的销售。Okay, 来啊，我们讲一下，他们要买。可以来一下直线联合，很多要抢单的，很多要买的。我们中间讲好了。OK， 刚才我们讲的这一个哈、啊，就是给你们洗脸，你可以拿来敷，好不好？如果说两个佩戴一起用的，可以第一天用这个，第二天用这个吗？答对了，都可以哈、啊。对，除这个可以查身体吗？可以，这个可以擦身体，还可以敷臀部，还可以敷内内，增加你的情趣。为什么？洗完澡敷内内，第一个内内更加的水润，而且它是植物性的，对，好、哦，所以这是面膜再怎么好，只能敷脸、但我们可以敷全身。对，所以两个不一样的在哪里？两个。两个不一样。如果说肌肤有很多的症状的话，香港脚、异位性皮肤炎或皮肤瘙痒的话、okay. 用这一颗。所以你们比如说好，比如说你 eczema skin rashes skin problem， 或者你们皮肤不好 ，OK， 你可以用这个擦，就是洗身体，然后再擦身体。对对对，好不好 ？OK， 然后如果说你们 for beauty aspect 的 ，OK， 说提亮啦、美白啦 ，OK， 都其实说紧致皮肤的话 ，OK， 缩毛孔的话，你们就用这一个，好不好 ？OK， 所以它是两个不一样的肥皂啊 ，OK， 两个不一样的功效，好不好？但最重要的一个效果，让我们发挥产品的速效，给 BF 一个机会，一洗二敷，只要短短的3到5分钟，拍一拍就好了。OK， 他们这一片啊，在台湾卖西北贵，我跟你讲，西北贵，因为到目前为止很少 OK 做肥皂的有办法做除了洗可以拿来敷的，很少做得到的 OK， 因为大多数的肥皂为什么你能洗不能敷？因为里面有很多化学物质，里面有很多那些防腐啦，你敷在皮肤上，它会造成你们皮肤更加假烂，你不明白？不一定要拿来洗脸，好不好？来洗手也是、啊。OK 啊，对，所以今天这一个在台湾他们卖哈新币，你们懂要多少钱嘛？洗衣玫瑰你懂不懂？因为它一片可以用很久嘞，一片差不多新币要88块，哇 ，$88 啊，一片而已啊。OK， 不同的功效，你要买两片的话，要花你170多块。今天我们一样的，从来没有卖过的新品，我们给你们每个人 trial price， 好不好？这个刚刚有讲到的哈，就是医美什么医美啊，微医美是吗？对，可以说是轻医美的轻医美，轻医美这个代用。OK， 我们不要再就是不是 skin care 了，它就是一个 dermal grade 的一种 soap。OK， 一个 dermatologist grade， 因为里面如果说你们有 eczema 皮肤问题的话，不是随便用 body soap 都可以用的哈，因为都是要去看医生给你们有查类固醇的药膏啦这些东西，好不好？所以这个是 100% natural 的，所以小孩子、大人、老人家都可以用。今天我跟你们讲，你们一定要抢， okay? 真的相信我，你一定要抢，因为我们刚才讨论了很久了。我今天好开心来到这里，原本啊是安排明天卖的。要跟我讲数量不多，还有我们事先他就跟我们讲他里面的 benefit， 然后跟 Alvin 啊 OK 继续 toilet， 我们一旦洗了之后，我们讲今晚我们一定要卖，我们今晚一定要卖。对 OK， 数量不多不用紧，让他们全部去抢单，到时候你数量够的时候，我们回来台湾 OK， 我们来继续卖，好不好？ OK 啊，所以今天的话一个平台只有68套啊， 68 only 啊，没有多啊，我们分一半 OK， 68套，你们要的话 OK 打 P1+1、哦、P1+1 啊是不是很 OK for 皮肤skin problem 的 ok for skin problem eczema rashes sensitive skin inflammated skin 的话黑斑的话 milia cysts 的话，你们就用这个，我们叫做 pogostamon soap ok 就是 grey color box 的，好不好？今天你买这个不用88，一个58我再送你 ok， 就是另外一个美白 ok 紧致皮肤的缩毛孔的 ok， 又可以让你们提亮肌肤的，就这一个，好不好？今天两个肥皂你们打 P1+1， 还有今天加我加码 ，OK，、啊、来，这一颗是我们的 mini 罩，很适合现在要出国旅游的人戴在身上。今天一样买一套，我一样再送一个小的，再你一个小的一套。再送一个原味，再一个胶原蛋白。他送的这个很好，为什么呢？因为你送的时候包括这个袋子嘛。对，但是你这个里面有没有网啊？有啊，有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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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送两个，我送两个。各位，你买一套，我送两个，好不好？哎，我跟你讲哈，对，两个，这个一个卖，然后台币，这个台币一个499。那今天特别在这个新加坡最有名的直播现场，我们买一组，再送两颗小的。哎，我大家听我讲哈，68套而已啊 ，P1+1 ，OK， 今天两种不一样的肥皂，才58块而已，你看到没有？消除到小肉芽。就是这是小小的那些 milia cysts 在你们的在你们的颈部这边也会有的，很多年纪大这边都有小肉芽的，好不好？老人斑啊都是有 before after 的见效啦、啊、你们看到没有 ？OK， skin problem， 你们的皮肤长一粒的都可以拿来洗，因为它这个是 dermal grade 的 dermal grade 的种肥皂来的。小朋友为什么敷脸？因为它有异位性皮肤炎。OK。哎呦，看到没有？对，你们有 back acne 的 ，OK？ 有些我们男生像 OK LV， 我说我们出国、啊、有痘痘，
前面会有痘痘啊，都好，前面有痘痘啊，OK， 看到没有？还有皮肤，我说有痘痘，全部都用这个来洗，明不明白？你看到没有？淡斑、老人斑，老人斑是最难去除掉的，真的。被丢白斑，我们冲凉有白斑，对不对？最主要是洗了过后可以来。哇，这个严重嘞！香港脚，你的儿子当，这是我的骄傲。儿子当兵有 foot rot， 你们有那个foot fungus infection， 你可以来洗。没有效果退钱啊？你看到没有？好多受益者。这些照片不是他去谷歌拿的，是 customer 的 review 来的，你看到没有？全部是顾客的反馈来的。这个老板的爸爸是医美，对对对对，医美博主啊，博主对。对 ，P1 加一啊，现在哈、啊、两片不用170多块，两片才58块，再送你们这个体验的就是 mini 照 ，mini 照。我跟你讲，很简单的，来听我讲。每个人帮我们分享多少次啊？不然这样子好不好？来，因为这个是体验吗？对不对？对。今天我们这个卖58吗？你们收到货的时候要把大的开起来。我建议你们不要加，我建议你们不要加一了，你们加二了，因为它的这个。我跟你们说先啊，我们每次订货，我们都知道他的这个他的现货卖完，他在做货要等3个月半到4个月。对，这个不是大量，所以很久，因为他这个不是普通慢工出细活，相信我，他不是那种普通那种啊、放那种化学药物可以做的。不是， okay, 我们今天要给顾客一个信心，加二，给他们一个保障 ，OK， 要给他们一个保障信心，我有没有相信他们会坑我们？今天听我讲，你收到货的时候大片的不要拆出来用先，你们先用小片，小片用了没干不好用。把大片的推回给我。答对了，我爱你啊！小片的，我爱。因为为什么？就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我们对产品有信心。给他定性下来，认。不，对，你看我疯了。给他定性下来，不，他定性像的吗？不，可以，给他给我优惠嘞。好，来，今天是今天今天。你好聪明哦。加油，加油，各位，各位，我如果亲他一下，每一个人都买，好不好？真真真，听我讲先，你们加二，你们等一下先，加二加三，这些小片的都要做 trial piece， 给你们去试用。怎么 kiss 你？怎么 kiss 我？怎么 kiss 你？因为 kiss 你。各位，真的我太兴奋了，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新加坡的人都美丽年轻起来，好不好？好。来，全部打上来啊！来啊，很快啊！什么扣？什么扣 ？Beauty Family T1 Free Delivery， Free Delivery， Brother， Free Delivery 啊！现在跟他打，不要加一，全部加二，相信我，你问莹好不好用？好，现在我的脸嫩嫩，你摸，我摸一下。对，真的，你们不一定来洗脸，各位，他第一次来洗手。对，你们这边的我黑黑也可以来洗。对，膝盖黑，对手按臂洗，这边全部可以洗啊！千万不要忘记，他还可以敷胸部，可以敷臀部，对，可以，可以。全身都可以敷，尤其是女生，因为它那个玻尿酸很浓是吗？对对对对对，我做得很好，相信我。所以它在短短的时间帮我裂变出很多的市场，尤其是从没有分年纪，从小到大都可以用。对，来要的人怎么扣？我来 P1 啊，P1 加一加二加二，相信我，我跟你讲先，我们现在它的 ready store 我们刚才扫到完了啦，卖完啦、啊，我们全部要等3个月半到4个月啊。催赌他啊，很棒、哦！3个月到4个月半他再给发货啊，等到要5个月6个月才到你们手上。对对，新加坡的朋友，拜托！现在的现货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机会。哎，一片可以用多久？是看你的脸多大多小了，这个是看你要对对对你要怎么敷。最起码你就把它当做敷脸，非常的好，洗澡洗全身都可以。来 P1 加一，现在打上来送啊，就是说 P1 加一是一套嘛，送两个体验、啊，再送两个体验。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讲哈，因为呢。只要肥皂里面没有添加那种防腐剂啦、酒精啦、内部充满上那种化学物质的话，它不会很容易 dissolve 融化的，它可以用的比较久的时间，真的。它一片，它一片这样子哦，可以用差不多啊，一个月或两个月的时间。所以为什么台湾他们卖的很贵，一片88块？这是真的，这真的是真的。哎，而且啊，它脸感觉到哎，还有多个东西哈、哦，好像封起来是吗？这边。为什么它脸会感觉很 smooth 呢？因为它同时会帮你们 exfoliate 你们的皮肤，去角质。嗯。啊，明不明白？好不好 ？OK, okay。所以要的话 ，P1 加一啊，买一送一。OK， 两种不一样的肥皂，58块，再送你们那个试用的。哎、啊，要卖完了，要卖完了，爱磨料啊，爱磨料，哎，面卡来哈、哦，爱磨料啊，我跟你们说先。
你们相信我们，你们去跟他加，好不好？Anyway，我跟你讲啊，no harm trying 啦，你不了啊，你用也 testing 也不好用来讲啊，真的很棒，真的很棒，都等，好吧，好不好？OK 啊，来，现在要加的你们赶去加，加得到你看，如果你们的卡里面放 sold out 的话，不用管它先，剩下你去完钱，明天早上你再进去看你的卡还有吗？如果有人 cancel 的话，你们就有机会拿到，好不好？今天卖了全部是体验价，我跟你说先，到时我们回去卖的话没有这个价钱的，我先跟你说啊，全部是体验价啦。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要长期卖的话，这个价钱我们真的是卖不到，真的，这个是因为现在是半 supplier support， 我们给你们去 try 的。到时候我们跟他订货的时候，我们要长期卖，价钱没有办法卖这个价钱。可以，我先跟你讲，到时我们的价钱，我们要卖长期，每个人用的好用，你们要，比如说你买一套，你用的好用，你要再买。我们到时在卖的时候，价钱不是这个，你们就挨完了了。我先搞的搞的贡献，好不好？OK 啊，来58块两个啊，两个这个肥皂，我们会送这个 Traveler 的给你们。OK 啊，先打上来，到时没有送啊，到时我们不可能卖这个价钱啊。先讲先，肉力啊，到时候会分开卖。来，你的 neck 的肉力，你身体的肉力，背后的肉力，你这个肉力都可以去除掉的，真的就不会。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你们一定要去 try？OK， 很少肥皂啊，已经上门哈，可以来吸就叫肉粒的，很少。你要去做 laser， 因为他很有信心，你明白吗？他有信心，他讲他这个是就是每个人买了过后，每个人一定站好就对了，他是这样子说的，好不好？你们去 try 就对了，不好用拿回来去，原来明白了，非常、来，现在我们要介绍我们的多一个专家出来了，这个专家我跟你说，我都懂了，跟了他很多，他很多知识啊，你们有什么？东西要问的你们可以问他 ，OK， 就是关联到吃保健品啦、骨骼啦什么啦，哦，他是专业的，对不对？对，你也从台中下来嘛？从台中下来，走，他从台中特地下来，就是做这个直播，跟你们分享多一点点那种保健的东西。对，分享。其实呢，我跟各位讲一下，刚刚那个头发也弄好了。脸也变漂亮，变漂亮。但是最重要怎么样？要走出去，走出去。你可以介绍你自己什么名字吗？我姓黄，我家的果光龙的龙。那个上电视呢，都可以看到我的名字，跟吴宗宪他们也都认识。你跟吴宗宪他们都认识，都有拍照过，都有拍照过。对对对对。那之前呢，我们很多，但是我大概是念中医跟西医的博士，所以。我的讲法会有中医有西医都在里面、所以你有念过中医跟西医的博，你有博士啊？对对对对、所以我在讲的过程中呢，会包含了中医在里面，还有西医在里面，还有自然医学会融合在里面，会融合在一起。对，对，那其实呢，台湾呢，现在呢，医院生意最好是什么？除了医美之外，就是换关节。换关节，医院赚啊，对，最好的生意了。最好，因为一个关节呢，大概好的，因为关节有分材质好跟不好。不好的大概30万台币，不好的要30万，好的要50万，50万，我说一个啊，一个啊，两个就100万，两个就100万了、对，换关节嘛，换关节，所以其实你要知道自己的关节有没有问题的话呢，我教各位一个部分事实上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关，很多人都属于退化性的关节，那关节呢，基本上我们的关节为什么叫退化性关节呢？我们的关节中间有那个软骨，就像我们那个汽车，它有那个刹车皮。一样但是你那个汽车刹车皮磨掉之后呢，你可以把它换新的。One deal repair， 对对对，可以换新的。但是呢，我们人体呢，它是自动再生，对，自动再生。所以我们年纪轻的时候呢，你的软骨磨掉之后呢，它会再生，但是年纪大了之后呢，再生速度就减慢。然后减慢之后，那个磨掉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开始怎么样，开始慢慢的酸疼痛，对，到最后怎么样，关节换掉。那你怎么知道自己的关节有没有问题呢？很简单，来，这边有床嘛，这个你就把你的膝盖呢把它弯曲90度，对，然后呢你就稍微伸直，再弯回来。你看笑嘞，对，我这边他没事，变成你摸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咔咔咔，对对，那个代表已经退化了。我这边也是退化了，对，其实我跟你讲，大部分过了20岁就开始退化了，这个退化，对，咔咔咔，哇，他的。他来要睡骨这样嘞，他里面要睡觉这样嘞，睡骨这样嘞。其实呢，这我以前打泰拳。真的、对对对对，泰拳更容易损耗。我看你也蛮容易损耗的。不是追男朋友跑，男朋友在哪里？他追我跑。追你跑，可以，没问题。那其实我跟你说，很多人为什么很多人换关节？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那个软骨啊，它有再生细胞。再生细胞呢，就是在这个关节跟关节怎么样？这个中间这个软骨组织。那刚刚很多人那个关节有没有在动的时候有没有？你们自己可以自己摸，现在去摸啊，自己可以摸。如果你听到咔咔咔的声音，代表什么？开始退化，但是还不会痛。为什么还不会痛？因为你必须磨到那个软骨都没有的时候，怎么样？开始骨头跟骨头摩擦，
就跟你那个刹车皮一样，没有磨到那个皮都没了，对，然后咔咔才会有骨头跟骨头摩擦的时候怎么样，你才会感觉到痛，对，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对，对，哦，所以其实我们像台湾是一个很多老人的国，就是现在很多老人化，他痛的地方呢，肩膀痛，因为常常这样动肩膀。哦，就是五十肩嘛，五十肩的，五十肩严重，五十肩，对，那个哇，会跟肩痛，哦呀，这痛很麻烦，五十肩，哦，还有这个膝盖，膝盖，很多地方关节都会痛，哦，那其实呢，很多人怎么样，以前呢都在补充，就是会补充一种叫 glucosamine， glucosamine， 对，对，在补充这个软，但今天我们卖的是完全不靠 glucosamine， 其实 glucosamine 它在身体的功能就是变成润滑液，润滑液，润滑液而已，也会就是，但是它不会再生，它就是润滑，帮，哦，你消炎，那事实上呢？我跟各位讲一下，我们今天卖的这个是再生，更厉害，更厉害。对，要不要讲一下这个东西什么来的？来，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呢，这个是我们身体的骨头。刚刚我们有很多人讲的是有软骨嘛，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个骨头跟骨头旁边有什么？有那个韧带，韧带有没有？韧带，哦，再看往下面这一张，如果你的韧带呢出问题的时候呢？那个韧带出问题的时候呢，你的软骨磨损的更快速，所以很多人只有固那个软骨是不够的，不够的。它旁边有没有？旁边这个骨头跟骨头之间还有韧带，韧带哦，就像它的表啦，它的那个表这样子啦。对，就像你吃那个鸡腿有没有？啊，对，鸡腿有很多的韧带，卡特林，卡特林。哎，对对对，这个韧带才是最重要的。对，所以我们有一支新的产品呢，现在台湾呢，这个啊，他们这个名称很特别哈，叫鸵鸟筋啊。这个你们要跑像鸵鸟一样快的话，你们吃这个。这个在台湾现在卖爆了。好，各位看一下这个日期，它里面的提取物真的充足，鸵鸟里面最新的，对，你看这消息都最新的没有？2027年，然后2月28号刚做好了，因为供不应求。对对，那这个是特别，我们今天拿出100组怎么样 ？Austin Essence 啊，来各位做体验。重点是每个想知道的，要吃多久见效？我跟你讲，这一瓶，如果说你就疼痛感有不舒服的，一天吃两颗。这一瓶你吃2个礼拜，保证就有感觉了。确定啊？所以如果说你有疼痛的，你的那个就是关节的部位，每次走路会觉得 get 有点痛，对，就是或者五十肩的问题，不舒服疼痛的。如果说你要速度很有感，我跟各位讲一件事情，你这一瓶快速的把它吃完，你就早晚各两颗。我说的是很严重很严重的哦，你要很快速有感觉。OK， 1个礼拜。没有感觉，我们跟你讲一件事情，就只有退钱而已。OK， 好吧。所以你们现在膝背痛 ，OK， 走路会嘎的话 ，OK， 你们就一天吃两次，每一次吃两颗，一星期，一个星期就见效，就见效，马上舒缓疼痛，马上73天就有感觉，3天就感觉了，三天就有感觉， okay. 很快。所以这一次现在卖。真的卖爆了，而且从鸵鸟了嘞，这个是从那个鸵鸟里面的。鸵鸟，但简单来讲，因为它从鸵鸟的话，素食者不能吃。对，素食者不能吃。Okay. 那你看鸵鸟为什么要鸵鸟？所以你看那个鸵鸟那个大那么大只，100多公斤，那个脚这么小，你看，你看这个脚这么小，有没有？它那个怎么样？它那个韧带很强。对，韧带。那我们这里面呢，不止鸵鸟筋，这里面呢还有什么？还有中国的汉方龟鹿二仙胶。就是龟鹿二仙胶是汉方里面呢对筋骨最好的一个方子。啊，再来呢，我们还有加那个鲟龙鱼精，哦，那还有一个很重要成分什么？就是我们有加的姜黄的萃取物。但是我们这个姜黄上面有写是有专利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姜黄呢，人体不容易吸收，因为它是脂溶性的，它必须透过油脂，所以我们这个是把那个姜黄把它包起来。我们讲一件事情，你今天吃进去不代表你吸收。对。那这一次为什么效果这么快呢？是因为我们加的一个技术呢，就是用油脂把它包覆起来，怎么样？让它进到体内，可以直接送到我们体内，所以它是很好吸收的。为什么我敢各位保证一个礼拜有感？因为这东西不能乱讲话。我们常上电视，我们是专家。那我们生意呢，不是做一次的。如果说你今天一次无感，那就没有下一次。但是我跟各位保证，这一瓶为什么现在卖到缺货？因为一个礼拜就让你非常有感，而且怎么样？在台湾，其实我们做子女最怕父母怎么样？哎呀，我这里痛那里痛啊，那里痛。其实我跟各位讲，这一瓶给他之后呢，他会跟你讲这些事情。他不是跟你讲说这里痛那里痛，他只是告诉你说这一瓶去哪里买，所以台湾现在真是完全卖到缺货状态。哦，这一支产品，哦，好啊 ，OK， 所以它一罐里面是30颗，三十颗，一罐里面30颗，你要在短时间内有感
OK， 而且在一个月内让你们就是舒缓你们这些膝盖疼痛五十肩的问题，好不好？而不是说暂时性跟你帮忙而已。对啊，如果说如果你是剧烈疼痛的话，你要快速有感就是早晚各两颗。所以一罐最多只能吃你们差不多七到八天而已。没有，这个是为了让你快速有感。快速有感。但是当你疼痛降下来之后呢，你一天一颗就可以了。一天一颗就可以。保养一天一颗。对。而且这里面呢，我跟各位讲，关节为什么会退化，就是从发炎开始的。所以这一瓶产品呢，它不是只有治疗。它还可以怎么样预防，就是说当你在发炎的时候它就越来越严重，它可以让你不发炎，因为你发炎之后你的软骨就一直损耗嘛，当你不发炎的时候怎么样，它就再生的速度就会加快，其实我们身体的关节它每天就是什么一边再生一边损耗，如果你再生的速度够快，然后你的损耗呢很慢的情况下它就会变得很好，但是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再生能力很强，但是年纪大了之后再生能力一定是什么变差，你变差之后呢结果怎么样，再生能力变差就损耗速度又更快，那就怎么样，那就很严重了，所以呢我们这个还可以减缓它的损伤，所以这支产品呢它一般人来讲可以保养，很多他们是靠长期帮他继续再生嘛，很多他们长期靠止痛药来就是舒缓他们这些疼痛的问题。其实它这个比骨骨上面还好吗？这个比骨上面骨头上面它只是润滑润滑润滑剂而已、哦、这个是帮你们是修补，而且这里面我们还有加玻尿酸，也就是说，对玻尿酸，像有些关节有没有，就直接从打针打玻尿酸进去，这个直接就口服，所以不用打针，不用吃止痛药，这个它不是帮你们就是。就是润滑，它不是像你们骨头上面润滑，这是滋，这是帮你们滋补，帮你们修复，明不明白？对，而且在十年前啊，台湾其实很多都是吃止痛药，结果你知道吗？造成台湾洗肾现在全世界第一名。对，就是因为止痛药它怎么样，会不会很伤肾的？所以现在怎么样，很多人都开始不敢吃止痛药，开始吃这种东西。Okay 啊、那骨头沙米一直进步到现在，这是最新的配方，而且里面还有加的南美洲的猫爪藤，它是。在南美洲用了上千年的一种草药，专门是抗发炎的。所以基本上这支产品我们在开发过程中是结合了东方国家跟西方国家的精华。可以 ，OK。而且我跟你们说先啊 ，OK 啊，黄国龙博士他就是黄国龙博士，你们去 Google 搜索他的名字有啊，他有上很多节目的啊。OK， 好、哦，所以保健品你看他卖的东西都是顶级的。OK， 这来来，我跟你讲哦，我们这个黄国龙博士哦，他是我们美国亚洲医学。美国战医学的执行长，对，执行长，哇，执行长，对对对对，他的商品绝对不会乱介绍，他是以博士的身份来介绍这一支商品，所以他这个在台湾是很有地位的，他而且他很少出来做厂代，对，因为他这个是国家级的，他有跟我们中国医学配合，有跟我们长庚医学配合，有跟我们的龙总医学配合，对，这些资料呢我们后面呢会准备更齐全给大家看，还有就是说它跟一般上我们平时吃那种补钙啦那种保健是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啊，所以它是不是普通的 joint supplement， 不是普通的那种玻尿酸 supplement， 这一个的话我强调多一次，它不是帮你们 lubricate，它是帮你们把这个问题去除掉，明不明白 ？OK， it helps you to repair, not lubricate, repair， 好不好 ？OK， 我们今天呢一组直接走三罐，一买一罐吃。我们不懂你们现在目前情况什么问题，是很痛吗？还是轻微的？所以我们尽量你们买多 ，OK， 足够让你们吃了又再可以保养，好不好？而且你买一组的话，你只要吃一瓶，一个礼拜无感，对，我们就让你退。然后后面就每天吃一颗就好了。对，后面每天吃一颗 保养就可以了，好不好？但是你前面一定要，我要让你快速有感，因为剂量要够，因为一开始你很严重。所以第一个礼拜我教你们多一次啊，第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你就每一天吃四颗，早上两颗，晚上两颗。你第一个礼拜，第一个礼拜啦，早上喝两颗 ，OK。后面呢，第二个星期就可以恢复两颗到一颗了。对，所以吃一罐就见效，就有感觉，就有感觉了。你第二罐、第三罐的话，你就是来保养，好不好 ？OK。所以今天一组我们直接卖三罐。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卖三罐。你看医生看多少次了？你去外面乱乱买那种保健产品，吃了补钙的都没帮到你们的。英文名叫什么？这个 Ostrich Essence。Ostrich OK， 它真的是拿鸵鸟里面的这个，不止鸵鸟，还有龟鹿二酰胺、猫爪藤、玻尿酸都在里面。对的，好不好 ？A1 加一啊，今天三瓶啊 ，OK， 才138。啊、okay ，这个在台湾只能买一瓶哎、欸。对对，三瓶买三十八，体验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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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个直播台非常好啊，138，每一瓶才46块，包邮到你的家啊，包邮到你的家。OK， 哦，好便宜哦。OK， 你们要那些 English 的 ingredient， 你们要给我们一点时间，因为我们要把它翻译成英文，然后给你们，好吧？我们刚刚拿资料 ，OK， 我们刚刚拿资料，你们先加，先拿 A1 加一，是吧 ？A1 啊，对 ，A1 加一多到三罐，可以吃多久？
三罐的话，你前面第一个礼拜有感的话，后面如果你保养的话呢，也可以吃到大概两个月左右。两个月左右，所以买一套可以吃大概两个月，超过两个月。不是，不是，一个礼拜就有感了、啊。不是年纪大还是要吃哦。我30岁 ，Alvin 42岁哦。你只要开始退化了，你只要摸你的关节，对，当你在伸缩会感觉到。我现在都有了嘞。这个继续保养，我摸一下。哦，有啊，对，有啊，有啊，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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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的比较严重，因为你有打太极。他们在长期站住的工作的，更严重，更严重。先打太极，打到很严重了。你不要等到痛，都放掉了，放掉了。你不要等到痛再来处理，等到痛再来处理就很慢了。对对对，因为有时候啊，我看到好我身边的朋友，他们妈妈爸爸都好啊，走路去做工啊，大巴士都好啊，站住啊都很痛的嘞。有时候他们做工做整天做小贩那种哈、哦，他们做整天站整天的话都没大汗的嘞，真的很痛。你们吃glucose上面打glucose上面的针，只是轻微来帮你们就舒缓嘞，来 A 帮你们，他就是帮你们就是lubricate 而已，他不会帮你们这个问题解决。所以今天这个是 repair。对 okay, 你只要有疼痛的，我跟你讲，你只要有不舒服的，吃这一支一个星期保证改善。一个星期啊，这个不能乱说话，因为基本上它已经快直逼药效了，但是它没有止痛药的那种效果，因为止痛药只是止阻断而已。A1 加一啊，现在打上来啊，好不好？相信博士讲的东西了，哦。我们自己介绍，有可能你不相信不用紧啊。博士出来介绍，你们还不相信，胆子多屌了！我跟你讲，我跟你们大家讲先哈。我们人只有两只脚啊，我先跟你讲先啊。而且你的脚有代志啊，是买不到的啊。你去巴萨买短脚、龟脚会使，人脚都买不到的。我跟你讲，所以今天你要的话，你们 A1 加一跟他打上来好不好？好，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跟你们说先啊，好 ，A1 加一，微订单6到8个星期，现在马上来打 A1 加一来。One bottle 30 capsules。OK, so actually for the first 1 week, 你大差不多是28颗了，一个礼拜。如果一个礼拜吗？如果你的老公，你的老公脚也是痛，你们就加二，不要加一，不要 share 啊，不要去省重钱啊。我先跟你们讲先啊，好 ，OK 啊，什么人不可以吃哦？来，对，什么人不可以吃？不要讲，他很安全的，都很安全，就是怀孕的人呢，或者在喂乳奶的，喂。哺乳的，就怀孕就不要吃，因为怀孕就不要，怀孕就不要喂牛奶，喂乳奶没关系，因为它是甜奶的，乳奶，喝奶没关系，牛奶啊，对，那其实基本上是安全的，它没有什么副作用，就是说你如果说只有胃不好的，你就饭后吃，好，饭后吃比较好。那因为这一支本身还有抗发炎的功能，所以它不是只有针对关节哦。如果说你身体有酸痛的，也会有感觉，也会有感觉。它是全身性的，基本上是跟发炎有关系，它基本上都有效果。发炎有关系的，基本上都有效果啊，好不好？来，要了每个人打上来啊，一个礼拜就有感了吗？一个礼拜就有感，3天就有感了。如果你脚关节特别特别痛的人啊，一个礼拜就有感了，好不好？其实一个礼拜是太保守，3天就有感了。三天就有感了。一天吃4颗的话，早晚各2颗，3天就有感觉。3天就有感觉了。那有些人已经是胶质已经没有了，那他是抹干尿，然后骨刺的呢，有帮助吗？骨刺没办法，因为骨刺最主要是它是骨刺，它是增生的。增生、啊。它可以减缓疼痛，但是没办法根治，因为骨刺它是自己跑出来的。对。对，增生那个东西要开刀。要开刀。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所以对。对，其实我跟各位讲，我们说有没有，我们说没有。对，预防重于治疗。我跟各位讲哦，什么叫骨刺？来，这是关节，对不对？关节。那如果说你的关节，如果我刚才讲有韧带，你的韧带如果不够紧，跑开怎么样？也干了，干了，人工干了。跑开，这个骨就会增生，长出来就叫骨刺。所以骨刺的，所以骨刺你只能开刀把它剁掉，因为它是物理的，你对你不可能没有办法了，不可能吃它不见了。所以你要吃这个来保健先啊。带就是咖啡小萝卜杯啊，哈萝卜杯。对，所以你这个就是韧带嘛，如果你这个韧带的不够强，骨头就会歪掉。对，骨头一歪掉，骨刺就会长出来。对，那骨所以骨刺的地方是什么？你看你带几大条了，带几大条啊？而且很多地方骨刺最容易长在哪里？腰部还有背部，因为你这个压下去的时候怎么样？如果你的韧带不够强，跑歪掉。就会长骨刺，没有韧带。好，长完骨刺，我跟你讲，吃这个哈、哦，只能吃什么都没用了，就只能开刀了。只能开刀，没招了，真的没招，因为它是物理现象。对 ，OK， 要的人呢、啊、，A1 加一 ，brother sister， 来，快点打、啊、，OK，free、okay, delivery，no need to worry，OK，、okay, 我先跟你们说先。你们今天买的东西不有可能不是一起收到啊，有可能这个会先收到啊。OK， 因为这个我们走空运的，好不好 ？OK 啊，这个我们走空运，剩的太重，我们没有走空运啊。因为这个它的现货真的是有限，所以我先跟它少了，我先空运过去先。就100组体验而已，就100组体验、啊，因为它有效期是2027年，而且都是新货，2022月28号做的，这个是刚做完，刚做完，为了台湾已经卖到缺货了，卖到缺货，对，是特别拿100瓶给。对，新加坡的朋友让我们体验看看，体验看看啊。OK， 这个是 supplement 啊，不是 medication 啊， it's a supplement， 好不好？现在要的人 A1 加一，刚刚打上来，家里有老公两个人都脚有问题，还是你的儿子是做那种运动的，每次打羽球那种
打篮球那种的 ，OK 啊，你们也可以买给他吃，不一定要老人家才可以吃，年轻人都可以吃，好不好 ？OK 啊， okay. 要的人 A 1加一，两家里有两个人要吃，老公也要吃，你加二，补补搞啊，好不好 ？OK 啊，爸爸妈妈，买给爸爸妈妈，老公买给爸爸妈妈，没有多传递给咱，卖讲你惊价，我人本惊也来卖，明白不？我们要卖，我们比你们还怕。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的，我家里有老有小的，所以我们要卖之前，我们今天拢弄门红蛇门红蛇 ，OK， 拢弄牙空分秒 ，OK， 会使啊 ，OK， 我能开卖，哦，不是乱乱甲你卖了，咱食了有代志，不是，你免担心吼，你卖惊，我能比你更惊，好 ，OK 啊。那我先讲啊，这一支产品它是针对退化性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对啊，另外一种关节疼痛的话呢，是叫那个叫痛风，跟这个不一样。哦，有一种是痛风，痛风它就是什么呀？就是那个关节里面有这种尿酸结晶的。尿酸结晶，所以有尿酸的朋友，对，这种结晶，它结晶会沉淀在关节。哦，那个是痛风，那个吃这个呢，效果没那么明显。锁关节痛可以帮忙吗？可以，它就真的。但是我跟你讲，痛风就没办法，因为痛风它是属于，它就是身上太多这个玻璃，有没有？尿酸就是像那个玻璃一样，玻璃，它会沉淀在我们那个关节。沉淀在关节，啊，你说你关节会肿胀，会肿胀，啊，就会像玻璃在割，搞啊搞，哎，玻璃在割，所以那个什么，所以那个吃这个基本这个痛风，这痛风不一样，痛风不一样，哦，所以因为这个很多人痛就觉得他不知道痛风的痛还是关节的痛，对，哦，所以你关节的痛是这样子，那如果是痛风的痛呢，那种痛是刺痛，像玻璃在割的刺痛，而且你的关节会肿起来，哎呦，对啊，这种情况下呢，你就要吃另外一支产品，因为这个症状不一样。有些人喝酒会有尿酸嘛？就尿酸，尿酸，喝酒水喝太少的，喝啤酒的，爱吃海鲜的，身体发炎的体质都容易长尿， okay 啊，长尿酸。还有在目前在吃那种三高的药都 OK 的，这是 supplement 来的，这不是 medicine， 对，这是 supplement 啊。那个东西是很多问 finish really how to repurchase， 你们可以在我的平台 repurchase， 但你们 repurchase 又是另外一个 pre order 了，好不好？ OK 啊，所以现在我趁你们今天我们 taking order 的时候，你们买两组，买三组， stock up enough to actually last you and your family members around you here who have this type of problem 啊， to sufficient enough to eat at least for 2 months。好不好 ？OK， 他们都讲了，试了一个礼拜没有感，退款，一瓶吃一个， okay， 其实你三天就有感了，而且你后面会抢货，抢半天。OK， 谢谢医生啊，谢谢老师啊，还有博士，还有博士，来，好，哦，那我刚刚讲，刚刚那是退化性关节炎，那这一支呢是针对什么样？各位，这一支是针对尿酸跟痛风的。哦，刚跟你讲就是痛风那个什么那个尿酸了，就是尿酸太高的人，就是它会沉淀在我们的关节，就像这样子。它是沉淀在关节，哦，沉淀就像刚刚那个像玻璃的尿酸，我刚给大家看结晶，它像玻璃一样，它沉淀在你的关节，有没有？你的关节一动的话，它就像那个刀子在割一样，会很痛，哦，所以那支产品呢，它必须怎么样？因为它的原因是尿酸产生的，所以你就必须要有一些成分可以处理尿酸的成分，把它溶解掉。那这一支产品呢，就是针对尿酸的，哦，那这支产品是因为当初我在去越南的时候，发现越南人很多都怎么样？东南亚爱喝啤酒的人，或者是天气比较热的地方啊，都很容易产生尿酸哦。所以其实像马来西亚，啊，哦，然后越南啊，哦，新加坡有很多人痛风吗？对，有新加坡，新加坡也很多痛风。对，新加坡很痛风的。对啊，因为天气尿酸的很多，新加坡尿很高，所以他那个什么关节就会一开始是微微的酸软，到最后怎么样会痛，所以他跟那个关节退化是不一样的哈，哦。那所以这一次上面跟刚那一支都是针对关节，但是它的方向不一样。刚刚那是退化性关节，尤其是老人家退化。这一支是怎么样？针对尿酸，哦，尿酸的沉积，哦，造成的疼痛。所以它这一支是用分解溶解的。分解溶解。那这一支产品的特性是什么呢？我刚跟各位讲，你一次吃两颗下去的话，你一个小时之后再去验尿酸，你的数值会飙升，会往上攀升。尿酸会增加。尿道发炎的帮到吗？不然尿道没办法，还是关节，啊。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问 啊？因为博士在这里，你们可以打上来，等一下再回你们，好不好 ？OK 啊。对。好，那这个东西呢，刚刚讲就是你那个我们的尿酸是沉积在你的关节，然后变结晶、变玻璃，会痛。可是这一次吃完之后，它会溶解，把你的尿酸溶解到血液里面去，所以你可以去做，因为现在可以验血嘛。你那个验血完之后看尿酸数值，你这个吃完两颗一个小时之后去验你的血液，你的尿酸是往上增加的，嗯，为什么往上增加？它从关节把尿酸溶到你的血液里面去，再去代谢，哦，所以一个小时之后你的尿酸是上升的，再来怎么样慢慢的下降，哦，所以跟各位讲，因为有些人去
验的时候奇怪，我怎么吃完去验之后，我的尿酸怎么增加这么多？对对对对对，吓到！不是增加，是从关节释放到你的血液里面去，在血液运输到我们身体其他部位去做代谢。哦，所以这一支产品呢是很特别的。哦，那这一支产品呢，目前呢，在整个东南亚呢，尤其这个是英文版的，英文版的。对，因为他现在发很大批的货去哪里？越南，越南。因为越南很多人喜欢喝啤酒哦，超级热爱喝啤酒的。而且你们刚去越南，你看他们喝啤酒是怎么样？都是那种冰块加很多，然后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对对对 对, 对，他们就喜欢喝啤酒。所以这一支，因为很多人都有关节疼痛的问题，刚刚那一支是针对鸵鸟精，针对退化性关节炎、嗯、跟预防关节退化，还有就是预防造成骨刺或者怎么样关节异位。嗯，那这一支就针对很直接针对痛风的。嗯，对，而且它在抗发炎的过程中呢，事实上它的附加功能包含一些血压。糖尿病的人基本上都有舒缓，但是最有感的就是尿酸，尿酸，尿酸部分哈、哦，这一支的尿酸，所以这个没什么好说，我们你们先针对尿酸。这个里面有什么呢？它里面有那个冬虫夏草，这里面有冬虫夏草，因为加速代谢嘛，那里面还有68种的蔬菜水果去发酵，那这个时间要发酵，它不是化工，它是用天然发酵，要发酵多久呢？要发酵一年半，540天以上。540天以上，对，因为它必须把那个酵素呢分解到活性呢，就是它被全部都生态化进到身体里面去，怎么样快速的去帮你身体做所谓的分解跟消化、嗯、哦，所以这支产品其实真的很特别哦。那这个东西其实我跟各位讲一件事情，我讲这么多就你相信就使用，不相信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办法，但是我只跟各位保证一件事情，这个使用完之后只是很有感而已，这个在越南很贵，一盒台币大概卖到越南盾卖到260万越盾，你可以上网查。哎，我刚上网查、啊，我刚有查过，他那个越南呢卖了260万，然后折合台币大概3300块。两百六十万，一百万，三万拍九九，3300块，260万。对，我把那个网站拉出来。148块。游戏规则啊，148。来，这个网站拉开。对，马上就有了，来，马上就有了、啊，网站全部找得到了、啊。网站，这越南的网站。Website越南的 website， 他们就发去越南卖了。对，然后你看， okay. 然后价格在这边。来，我们的价钱先上千，好不好？如果你要下单的尿酸的朋友，你们可以 try 这个炒的 ，OK 啊？等一下我会叫老师跟你们解释说哦 ，supplement is it good for health 了，好不好？ Okay. 我们可以等一下可以解释说保健品对我们的身体真的是有帮助的吗？一定有。然后跟西药有什么分别？很多人一直混、okay. 混乱做保健品是西药。就怕不可以吃啦，水、okay, 不可以吃啦，好不好？来，我们就先打这个 code 先啦，好不好？来，这个 code number 你们要，这个 code number 是什么呢？尿酸的朋友，如果你今天要下单的朋友啊 ，OK 啊，你酸啊，因为他们因为越南那边缺很多很多货啊，我这个是我觉得我这个有可能卖没有比这个鸵鸟的多，所以我就跟他讲，我顺便卖，因为他讲我们本来要卖这个，他讲货不够，不要让我们卖，我讲我们拿一点点货让 customer try 就好了啊 ，OK 啊，来 ，Advanced Formula Cordyceps 60 capsules with 68 fruits。and vegetable fermentation fermentation 啊，两盒199，在越南他们一盒是卖149是吗？刚才我们算对148，148。今天你们要的人 C2 加一，两盒199，要的人跟他打上来 C2 加一 two box 啊 ，60 capsules 一天吃几颗？忘记了，刚刚说。你如果说有尿酸的朋友，痛风在发作，痛风早晚各两颗，早晚各两颗，保养两颗就保养两颗就好了。我们讲的痛风英文是 gout 啊，因为你已经在发作了，很严重了。对，已经发作就早晚两颗。有些痛风啊，尿酸到它的整个肢脚在肿起来。所以60个 capsules 啊，他的这个博士，我们这个黄国龙博士是跟我们说哈，今天你们买了博大、啊，他跟你说这个三天有感 ，OK， 这个几天有感，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你的血液就会。就变动，这种东西就是要马上有感，马上有感，当天吃四颗就可以舒缓，四颗就可以舒缓了，明白吗？他很有 confidence， 因为他是 professional 的，明白吗？好不好？来，我跟你讲啦，干脆这样子啦，肾可以，因为 anyway，I mean， 刚才我他没有任何化学，我放进里面的那个 balance stock， 这个你要看清楚啊，哈、哦、，OK 啊，干脆这样子啦，好不好？今天买的人 C2 加一的人，我送多一盒给你，三盒199，只限40套，我们就 cut off 了 ，40 sets only， 因为不够。因为真的不够，他只讲空一点点，怕我们不够卖。OK 啊，来 C2 加一，每个人加一 ，M 面包改一下，就是三盒就对了。今天让你们体验，好不好 ？OK 啊，这个纯粹做体验而已。刚才加的也是一样，做一盒给你们。OK， 刚才加的人全部就有了，在你们的卡，你们的卡不会修，把 M 面会加进去，好不好 ？OK 啊 ，Only 40 sets，M 面一旦40 sets 到了 cut off。
OK 啊，不要 okay, 不要再加了。许肾的人可以吃吗？许肾可以。有肾病的人可以吃吗？他这个纯天然的。纯天然的啊。他是水。OK。有没有问到说有在吃血薄药的是那种高血压的药，你可以吃吗？这个这个没问题，而且它可以、啊、它可以帮助血压稳定。你血压稳定啊。对。OK， 因为它可以抗发炎。帮我们再分享多一次啊，好不好？帮我们再分享多一次啊 ，OK 啊，来，我们现在叫博士帮我们解释一下 supplement， 你在台湾，在台湾已经吃很久了嘛？对，就是接而且我在中国也11年，然后在越南6年，在东南亚国家，所以基本上这个问题呢，我很容易解答。来 ，OK 啊，保健品，我讲，其实很多人觉得保健品到底要吃还是不要吃，对不对？第一次很多人就说，第一个需不需要吃？第二个对身体有没有伤害？他不是销售员啊，他是博士来的啊。对，先说先啊，好不好？来，帮我们讲专业东西，就是其实我第一次去中国讲保健品的时候，我是被轰下台的，因为那些老人家，因为我们在讲保养，基本上都针对就是中国他们的一个就是一个医院啊，就邀请我去讲有关保养的概念，我被轰下台啊，因为说你们台湾人啊这样不好，来骗我们老人家的钱啊。我就说为什么骗你的钱？他说你们讲那个什么保健品啊，我一辈子我都没有吃保健品，你看我还不是活得好好的。对，我说没有错。我就问说那这位大哥你做什么行业的？他说我是种田的。我说那你种田，我就问他一件事情，你今天种田你要不要施肥？他说要哦。我说因为你施肥怎么样，它会长得好又漂亮嘛。对啊，我就说不施肥会怎么样？不施肥也不会死啊，只是长得小长得丑容易生病。我这样讲没错，其实人也是一样，你今天呢在补充这些保养品就跟你施肥一样，你好的养分进去，你的身体怎么样就会变得又好又壮。但是如果说你没有给他，他也不会马上死啊，只是长得小长得丑而已啊。对，就像你今天没有补充一些像胶原蛋白啊或者一些保养品的话，你也不会死啊，只是怎么样比别人老一点，比别人丑一点，皮肤差一点而已。所以其实营养补充品什么样，就是去补充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养分。那我们身体的皮肤有皮肤的养分，就像你每天指甲会掉，那你需要补充原物料。对，我们身体每个地方每天都有细胞在死掉，都有每天细胞再生。那你再生第一件事情，你就像工厂，你要制造产品一定要原料，你没有原料就不用。那么每个地方原料不一样嘛，骨头有骨头的原物料嘛，就像我刚刚讲软骨也有软骨的原物料，它再生的时候没有原物料，它再生速度减慢，那你关节就越来越薄啦，就会造成关节退化的嘛。 对， 对，那你皮肤也是一样，指甲一样，其实心脏有心脏营养素，肝脏有肝脏营养素，那你到底怎么样补充？其实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对，有些人常常喝酒，那你怎么样？肝脏熬夜啊，肝脏顾一下，熬夜嘛。有些喜欢抽烟，怎么样？肺部多顾一点。像台湾现在肺癌是已经升到第一名了，本来是大肠癌啊，对，还是大肠癌，现在变肺癌第一名，肺癌啊。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环境，我跟各位保证一件事情，未来的10年，癌症一定是第一名的。癌症一定第一名，因为你哪里毒素多，哪里癌症怎么样发生的几率就高。你常常吃槟榔就是得口腔癌，你常常抽烟就容易得肺癌，那你今天常常怎么样喝酒熬夜伤肝得肝癌，你今天常常晒太阳，常常接触紫外线就是皮肤癌。所以其实你身体哪里常常受到伤害受到刺激，那个地方的细胞容易病变而产生癌化。那如果是保健品，他今天买了这个，明天又吃英加果油，明天又吃那个，保健品可以全部一起吃的吗？来，那他买了很多保健品来，啊，他说吃这个也是吃了保健品，这个早餐就吃饱了。这个也很多问的问题。来，今天你去吃一桌饭，嗯，对不对？你今天吃一桌饭里面有多少菜？有多少种？有猪肉、牛肉、鱼肉、鸡肉，有很多蔬菜。其实这些东西就跟天然。那里面有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B1、B2、B6、B12、维生素 C， 有这么多的东西，那你吃到身体会不会怎么样？对啊，你只要是食品类，基本上不会有太多问题。保健品就是它把里面的提取物拿出来放在这个胶囊里面，对，就是让我们吃下去就浓度，就是身体没办法制造的东西，对，浓度提高。第一个呢，保健产品分两种，一种就是所谓的原物料补充。比如说你可能补钙啊，哦，然后补玻尿酸啊，补胶原蛋白，这属于补充型的。另外一种属于机能型的，像这个是属于机能型的，怎么样帮助你代谢尿酸。喂，你们不要误会啊，刚才我们鸵鸟、okay. 鸵鸟精是没有冬虫夏草在里面的啊，这里有是吗？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有当归人参吗？没有没有没有啊，没有，这个才是刚才我们讲的吃通风的，吃尿酸的才有、啊、那个才有冬虫夏草，这是加速代谢的啊。鸵鸟精是没有冬虫夏草、okay. 没有当归，没有人参的，这个是吃我们讲的是这个困难吧，哦，需这个膝盖的、啊、补充你的关节的膝盖关节还有皮肤酸痛，这一支其实对头发对指甲都有帮助。来，这个困怎么困？就是你肝爱无聊啊，肝爱无聊啊，你卡安尼款压起来，骨头、我跟你讲，软骨还有我们的筋膜啊，筋膜哦，都有帮助啊，三天就有感，抗发炎。我觉得你们两个这个 code number 什么？
来 ，OK， 来啊 ，Amin 打上来一下，快点打，剩下不多啊 ，OK。他们讲吃太多保健品会不会对我们的肝有 liver 是肝的吗？肝 overload 就是过度，我们的肝没办法承受。其实这你要看你吃的东西，这基本上这些东西对肝脏是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就像你今天吃很多食物是没有影响。就对对，它是天然。我强烈推荐你们大家一定要去 try 这个鸵鸟精，一定要 try， 一定要 try 这个哈。因为我看了那听了那么多种 joint supplement bone supplement 的话，像刚才博士有讲到的那些你们吃的 glucosamine 啊，都是那个只是 lubricate 而已，是 lubricate， 多一下子还会再痛呢。我跟各位讲，如果你吃 glucosamine 没有感，你吃这一支绝对有感，绝对有感。我跟你们讲，对我们来讲，那个有些是去打针嘞，对不对？打玻尿酸，打 glucosamine， 但是玻尿酸你只是打一段时间，对，玻尿酸打完之后它一样润滑剂就损失掉，对，一段时间要打一次、啊。所以这个它是 repair， 好不好？帮你真的 repair 啊 ，OK？ 这个鸵鸟精 A1 加一。OK， A1 加一三瓶138，喂，博士讲的，他们台湾是一瓶的价格，对，今天是三瓶的价格，好不好？给每个人去试，我真的觉得三天内就有感。你们真的是很善良的直播主。OK， supplement 可以跟西药一起吃吗？保健品可以跟西药一起吃吗？分开，因为分开，因为我们这个是属于高浓度，因为我不知道你吃的西药是什么、我怕中间会造成一些作用，所以你把它分开。对对，好，好不好 ？OK， A1 加一三瓶138啊。鸵鸟精真的一定要 try 啦，真的要 try， 真的，这个我觉得不会后悔，因为里面不是只有鸵鸟，就里面还有龟鹿二仙胶，还有鲟鱼胶，最重要是 normal， 还有姜黄萃取物，而且我们的姜黄是可以被人体瞬间吸收的制成，是微脂囊把它包起来。只要现在你们摸你们膝盖，看我们直播当中，你们摸你们膝盖，然后膝盖这样子动一下，一下感觉你觉得 kick kick 的声音 ，OK， 有摩擦的声音，你一定需要退化了。OK， 我是已经在退化了，但是很。很多都不知道，很多不知道，很多不知道。OK 啊，快点，要的人现在打 A1 加一啊，来你 ，OK A1 加一全部打上来。对你吧，我们还要多一个 ，OK， 我们了，不打了，好不好？我们要谢谢黄国龙博士，感谢老师，谢谢，谢谢，谢谢新加坡的朋友。他明天还会再出来，明天他还卖多一个更厉害的产品。明天来嘛，明天介绍，晚上介绍一样超强的，超强的。明天我们跟王雷。9点还有赵哥一起做、欸。你们不要走开线，不要走开线，为什么呢？啊、我跟你们讲个东西 ，OK。Last product 我们决定 last minute 要加进去，为什么呢？因为这 last product、哦、原本没有打算拿来卖的、哦、是因为每一次我们来台湾，我们住这个这个 stupid 酒店，不可以讲酒店名字啊。Okay, 我们每次来台湾，每次住这个酒店，他酒店的枕头真的是很差。那个 supplier 今天刚拿九力枕头下来给我们，为什么嘛？这个枕头是九力真的，这个不是我们要卖的，我们叫阿达去帮我们拿枕头，因为每次来这个酒店住的时候。枕头很扁，放两个也没有，放三个没有用，不好睡，所以我们来自己睡的。哎，从下午啊，我们 check in 很迟嘞，睡到晚上8点，我睡很熟嘞，很好睡嘞。我觉得哎，这枕头别派嘞，也没有货，可以拿来卖。他们讲，我们原本没有安排给你们卖，原因很简单，因为不黑，没有货，没办法在短时间内挤出那个货。我讲有多少我们就卖多少啦。他们就可以要拿一个 sample， 我们拿一个 sample 从 hotel room 啊，这是 Alvin 堂的哈、哦、，OK， 从他的房间拿一个 sample 出来买啊。OK， 所以数量啊，我们再 double check 多一次。来，先介绍完这个。来，我介绍。哦，你介绍。没事，我介绍。这个真的很好睡，我们变得真的很好睡。他接走他爸爸的生意了。哎、啊，越美丽了，好不好、啊？大家好，晚上好。我们今天哦要来介绍一颗啊，目前啊全台湾最新开发的枕头。跟外面的绝对不一样。刚刚有人摸说，哎，奇怪，这个正面跟反面怎么长得不太一样？是不是偷工减料？没有哦，不是这样子的哦。我们哦，因为睡觉的品质太重要了。人如果晚上睡得好，你一整天心情就好。对对啊，心情好，我跟你讲，整天做事情就顺的。对对对对。我想问一下大师兄，一个晚上睡几个小时？我最近啊睡4-5个小时，四五个小时，我这样怎么够？我没来台湾之前，我每天早上10点都有预约。跟我女朋友哦，我早上10点有预约，每天睡4-5个小时，他一天睡16个小时。因为我是10点半开播啊，是我播到来是1点，然后我3点都还睡，我前几天都9点就起床。哦，我这样很辛苦嘞、欸，辛苦了，对对对，所以哦一定要体验看看什么就是深层睡眠，深层睡眠，对，深层睡眠。来，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我的眼睛都红掉了。我跟你讲哈，你看啊，好了吗？不好的躺不对的枕头，那个 effect 很大的哈、哦，有些他们可以睡10多个小时，起来还是很累的。哎，对，真的，没错没错啊。来，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哦，我们是 JoJo 的品牌，我们是台湾国际大品牌 JoJo 的热销到世界各个国家， JoJo, 哦，有是热销到哦新加坡啦、马来西亚、意大利啊，它在百货公司里面都有设有专柜。
好，都是设有专柜的哦。哦，是的，不管是欧美国家还是东南亚国家，全部都有的。对，所以第一买东西买要有买品牌的，这样才有品质保证。对，对不对？来，我们今天哦，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面好了。来，大师兄帮我摸摸看，摸摸看来。冰冰啊，亲肤性很好。我们这一边哦是采用目前台湾最新的技术，叫做天丝一百支，天丝一百支，还有矿石砂。矿石砂，矿石砂为什么要做矿石砂？等一下直接让你体验一下。一般的枕头它都是凉凉一下下而已、嗯，但是我们的枕头它是有穿透力的，它是有穿透力的哦。来，借我靠一下你的背部，哎，这个哦很真实哦。如果靠上去有凉就说有凉，没有凉就说没有凉。对，哦，这个不用欺骗我们消费者，来直接把它靠上去，冷冷冰冰。冰冰的，对不对？凉的，衣服挺厚的啊。对，你这个应该有，对，你看有一层还是两层？对，但是哦，它是有穿透力的哦。哦，一个人有可能不会准，来，哎，美女，来，再美女来，再试一个看看，再试一个看看。木林来，木林，哎，会凉说会凉，不会凉说不会凉。木林来呀，木林，会凉说会凉，不会凉说不会凉哦，来试看。很爽，很爽，对不对？哎，很爽。所以它是有穿透力的，它是有穿透力的会凉，所以哦，跟一般外面的枕头绝对不一样。那我们的枕头呢？现在哦，要来解惑困惑，解惑三种人，哪三种人？第一个就是晚上睡觉，早上起床会觉得哎脖子肩颈酸痛的感觉。来，哎，对，落枕是其中一个啊，另外一种是肩颈酸痛啊，肩颈酸痛呢代表什么？你知道吗？枕头没有支撑点所以吼、哦、你没有达到深层睡眠的品质。我们这一种啊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像你刚刚说落枕的，落枕的也是一样哦，落枕的就是也是跟你说你睡姿不正确。所以我们今天吼、哦、你看这枕头有两种高度，这两种有两种高度哦，比较高的这边，像我们有些人习惯一个人睡两颗枕头，对，睡高枕的你就睡这边。那我们容易打呼的咧，打呼的容易打呼的，或者是说容易落枕的，你就睡这边。为什么？因为你看这里远远的，好像我们有人拖住我们的脖子一样。我们睡觉的时候啊，这样子，哎，这样镜头不知道照不照得到呢？这样压下去的时候，我们脖子颈部这里是完全没有缝隙的。可以睡一下吗？可以，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试。我可以直接试躺看看，让他看看他脖子的那个紧密度、贴合度好不好？可以吗？哦，服贴性来试一下。下子啊。啊、哦，放这边吗？你要躺横的还是躺直的？啊、哦、，OK。好、哦、我们直接躺上去的时候，你看我们这边脖子这里是完全没有缝隙的，所以好像我们有妈妈拖住我们的脖子一样。你看小婴儿 baby 为什么躺在妈妈的身上睡比较好？是因为比较安全感，所以哦脖子有支撑点，晚上自然就好睡觉，一觉到天亮，这样才达到什么叫做深层睡眠的品质。来，我换另外一面让你试试看，这一边哦叫做冰凉砂，它是天丝加矿石砂，绝对有感。哇，这我睡觉不会是流汗的。因为哦，台湾跟世界各国一样，天气热的话哦，很容易枕头闷热哦，容易哆啦光哎，哆啦光睡了光啦啊，晚上哦这里会湿热会痒的啊，痒到睡不着的，都是因为枕头太过于闷热，太过于闷热了。这样有没有感觉？哎，舒服说舒服，舒服吗？非常的冰冰凉凉的哦。那这个是给我拿回去的是吗？没问题啊，当然了。我找一个陪你睡。找一个陪你睡。啊，另外一个再躺下去试看看。木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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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直接有感的哦，躺上去。你们可以示范一下平时你们怎样睡的吗？示范啊，示范。有感。哎，讲好。而且你看哦。抱一下，符合每个人的人体工学，所以你看脖子的颈部的地方，哎、欸，截图，它是没有空气的，哦，它是没有空气，所以就是达到。所以你睡这里，你脚是这样子的，你才可以放直吗？晚上哦，自然就可以达到深层睡眠啊，不然有些人有睡比没睡还要累。好睡吗？好睡吗？这么像陌生人这样睡觉，好吗？睡吗？所以这边是冰凉的，这边是天丝，天丝加矿石砂，哦，矿石砂。凉感，体感温度降五度的、okay. 体感温度降五度的哦，哎啊，当然是一颗最新的枕头，没有那么简单， oh. 它另外一面有另外一面的功能。OK， 好，来、OK 的哈、哦，没问题。来，我们来介绍一下另外一面哦。我们另外，可以吗？这样可以吗？可以，这样可以。OK， 来这一面哦，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天丝加矿石砂的部分，所以它是凉感有效穿透力的哦。所以一年四季啊，我跟你说，有天气冷的时候，也有天气热的时候。来，我跟你说，天气冷的时候，像我，我们是往这边睡，睡得很舒服。这一面是睡高枕，如果习惯睡高枕的话，我们就睡这一边。你有发现它两个高度比较不一样？对，这一边比较高。
啊，这一面呢，如果容易打呼的，或者是说容易落枕的，我们就睡这一边、嗯。来，我们刚刚讲完这一面，这一面就是夏天冰凉的嘛，对不对？对。我们换讲另外一面，这一面是满版的石墨烯。石墨烯相信现在已经很成熟了，对不对？很成熟了。但是我跟你说，有些成分哦都是有，有些是没有的。哎，来，我跟你说，它是哦满版的石墨烯。那我满版的石墨烯，它是释放出微弱的微电量嘛，对不对？所以它是满版的。来给大家看一下。哎，要平放给大家省下、嗯，这样看得到吗？整个都是石墨烯啊，整个都是的哦，整个都是的哦。这样荧幕上面看得到吗？有吗？它是满版的石墨烯，所以不会说像你，哎，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啊，晚上自然就好睡觉。为什么？你看，如果有去运动啊，爬山、跑步，那一天是不是血液循环特别好，对不对？血液循环好的话，自然晚上就好睡觉。所以哈、哦，它会释放出远红外线，达到放射率。所以我们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边睡觉好像在边做物理治疗，这样懂我意思吗？还没有完哦，还没有完，还没有完。我要睡着气啊，这个啊，睡着了吗？睡着气啊，睡着了，睡着了。来，今年哦，特地在我们这一面上面添加了一个叫做锗元素。锗元素哦，就是我们有听过毅力气磁力贴吗？对，磁力贴哦，磁力贴治酸痛的那种，就是说哦，贴上去哦，负责啊，负的毅力气磁力贴哦，要干嘛？你知道吗？它负责调整我们人体的电位。嗯，我们哦，人体如果有酸痛的时候啊，一定是我们人体的正负电跑掉了，嗯、所以才要贴那个毅力气磁力贴。嗯，啊，毅力气磁力贴哦，专门就是在调整我们人体的电位。对，来给大家证明一下哦，这个哦是在测实验室测磁力性的笔。你看哦，我们的衣服一般的布料像这种的没就没有磁力性。嗯，哦，像我们这种的也是一样，磁铁正常。对，可是你看哦，听听看。哦，磁铁正常，听得到哦，磁力显示正常，磁力显、嗯，而且它也是一样是满版的哦，是满版的，所以我们好像边睡觉的时候边在做什么物理治疗，对，所以晚上睡觉起来自然就不会怎样，肩颈酸痛，对，不会有腰酸背痛的问题，对，还有一个重点，最后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这个枕头啊可以达到吸震减压的效果，嗯，什么叫做吸震减压？像我们一双鞋子贵是贵在哪里？我们的鞋垫。嗯，我们全身的重量都压在鞋子，可是哦，鞋垫如果好的话，我们走路走比较久，脚都不会酸，所以它是会吸震减压嘛。来，你可以帮我把镜头带过去一点点，我、哦、做一个简单的实测给你们看。我枕头可以放在这里，哦、放在这边。哎，对对对对对，我枕头放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我们哦，刚刚哦去超市现买的脆皮酥，哦，脆皮酥。脆皮酥，这个是很酥脆的饼干啊、嗯、很酥脆的饼干。我们现在哦做一个实验，我们把饼干放在上面，嗯、然后仿佛我们人睡在上面一样，嗯、轻轻的往下压，嗯，有没有？在睡觉的时候，它是有达到吸震减压的效果，嗯，但是很多人都会说这个脆皮酥有可能是假的，嗯，但是你跟你说这个、哦、饼干呢、哦，你们看到吗？嗯，吹掉了，吹掉了。嗯，所以哦，我是要跟你说，它是有效达到吸震减压的效果。嗯，这样子晚上睡觉哦是最适压的时候。嗯，今天哦把这颗枕头带来这边介绍给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哦、啊、是全球首卖，全球首卖，全球首卖哦。重点是啊，哎，全球首卖哦。重点是啊。要多多没有啊？要多没有，因为、因为今天呢、啊，原本他拿酒力来是给我们，定是台湾啊，产地台湾的哦。今天的酒力他拿去我们的饭店，是要是给我们躺来睡，对对对，因为饭店的枕头超烂，超烂。OK， 然后我们躺着睡了，觉得很舒服，真的很有感，我们才决定说饭店的枕头超烂的、最后一标我们拿出来有多少就卖多少，哎，对对对对对，限量的。所以说到来的话，一个平台一个40个、42个。你觉得热的话，你就。这面蓝色向上，对，好不好？这面的向上， okay 啊、哦，这边向上。那你怕冷的话，就把它反过来这样子啊。是是是是是。So only 40 to 42 pieces per platform 啊、嗯，枕头你要就买好的，你可以长期用。对对 OK， 对对对对你买不好的枕头啊，我跟你讲，不到一个月、两个月就换一个新的，就要换掉了，一直换来换去，好不好？ OK， 哎，我再补充一点，我们的枕头啊，只有一个重点，你可以洗。可以脱水，但是不可以烘，不可以烘，因为石墨烯 对，所以晒太阳，晒太阳 OK 没问题，可以洗，可以脱水，不要烘。其实不用怎么去晒太阳，因为石墨烯本身它抑菌除臭，抗菌除臭，抗菌除臭，对对对，可以放专业了，可以放专业了，来、嗯，所以这个的话，今天一粒90，两粒160，你们一粒的话打 T1+1。你们两例的话打 T2+1， 我们一个平台只有40到42例而已，是没错，因为真的首卖啊，嗯，啊，今天全球首卖啊，本来是没有要卖的啦，对，本来是想说试睡，让他们体验一下，比我谈过的 Latex。OK， 那种 normal 你们去呼，你们我去呼嘎买过 Bilo 哈，呼嘎买 Bilo 不便宜哈，一个 Bilo 可能40-50块啊，但是 normal 的 Bilo 没有功效的、啊、，OK 都比较好，我没骗你们的 ，OK 比我 branded Bilo 还好。OK， 今天这个的话 ，OK T2+1，OK、okay, 两粒枕头 ，OK 今天才160块，好不好？160块啊，160块是 T2+1 啊 ，T2+1， 现在马上
打上来，因为我们差不多要关播了啊。Delivery take 6 to 8 weeks， 因为真的 handphone 的battery 剩下红色。这是这怕新的，讲我们要关播了。怕新的，跟你讲要关播了啊！来，爱罗多，看没进罗多啊 ？T2 plus one， 睡眠很重要，你们去 try 好不好？你们照去 try 啊 ！OK， 我家里的枕头也是很多啊，其实。OK， 换了，你们去试看看。那这个会不会？它里面是什么？里面是用什么棉？里面是我们台湾的科技海绵，科技海绵不会闷热的。那如果你睡久了之后觉得有点塌陷，那是属于正常的。我们去晒太阳，它就拍一拍，它就膨胀起来。哦，对，是晒太阳拍一拍，对，晒太阳拍一拍，它又膨胀起来，像鹰这样子。不是，它应该不是拍一拍吧？它不用拍就膨胀起来了。来，哦，对，所以我们要把握机会哦。哎，木林来了，木林啊，木林来，木林上镜一下，木林，直播很好做啊，直播来，你看他开心，他改次可以跟英两个一起上直播，哇，你看真的是夫妻相，甜蜜蜜，等一下可以回去甜蜜蜜。kiss 对子，我想看对子，不要，刚才 kiss 到差不多了，要有 feel 了，你跑掉。他刚才挂眼镜，他都有 feel 了，他都不怕，他都没有做过直播，你看到吗？你做直播做这么久了，你都拍谁？因为人家认识我，不认识他。哦，人家认识你，不认识他，所以你们觉得今天啊，从今天开始的话，他就很多人认识他了。今天开始，木林啊，木林打会打他的名字打上来，打完也可以。我觉得应该是英语是什么？英语都会剪出来啊。是 M U N I N， 不可以讲，不可以讲。M U N I N， 不可以讲，不可以讲。N I N 啊，不是零咩？宁哦，穆宁，穆宁，穆斯林的宁，穆宁，穆宁 ，OK 啊 ，OK， 穆是什么穆？穆宁，穆斯林的穆，可以给我看你跟他们说话的这样，不可以 ，OK， 我们下播了好不好？明天呢，我们早上11点，下午1点半、5点半、7点、9点都有直播，10点半，10点半没有你9点。所以明天几点直播？明天11点。10点半没有带，没有带。11点 ，Jasmine， 1点半明明，5点半阿云跟阿达，7点我跟伟雄会真，9点 LV 跟汪雷，没有误场直播。所以啊，你明天啊，我跟谁 ？Battery charge 高高 ，OK。啥？小便小号好先。明天我跟谁？明天啊，明天没有。你们有没有 credit card？ 准备 credit card 啊，明天 credit card。明天跟你啊？我没有哎。你没有咩？没有。你跟王林。你跟王林咩？王林，王林，真的。对啊。明天你就木林也出来啊！明天木林，明天木林出来啊！明天晚上9点有赵哥。去帮他明天。啊。明天他去帮他。来讲啊，他们讲的。现在哈，每个不是祝你，不是祝你英英要幸福嘞，他是祝你英英要舒服啊。你们要不要？你们要不要木林做直播？哎，没有，明天跟他搭，明天。跟我搭，跟我。英英要舒服啊，英英。他我睡过。我睡过好睡吗？好睡好用吗？刚才还摸那个肥皂，他跟我讲他的手指很好用，肯定的。OK 啦，来分享啊。OK 啦，拜拜。要舒服哦，好舒服啊。哎呦，这个谁来的？那个小狼，他在澳洲的，他在澳洲的看我们直播。真会讲话，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嘛。每天舒服哦。幸福是什么？舒服比较重要。你看，他现在做直播，每天都是睡的，每天都是睡。一定要，等一下拿马卡给你哦。要马卡吗？要拿马卡给你吃。OK， 来说一下话吗？笑话先不要啦。你要说一下，要说一下话吗？说一下话。哦。有什么话跟顾客我们的那个我会给音舒服哦。舒服这是一定要哦，如果不很舒服有没有？我们必须就是舒服哦。你是用什么给他舒服？用手。哎。我只是手。哎。哎，我要摔一下，摔。我摔了。要恩爱啦，要恩爱啦。要疼音嘛？要疼音，疼他，你会疼他吗？刚刚有人疼你吗？身份哦，宪哥啊，然后随时哦，随时哦，讲的都是真的，刚刚讲的是真的啊！来，刚才那个王国龙博士啊，很多说是假的，都是王啊，王国龙博士都跟宪哥照片讲，你看到吗？都跟宪哥这里都上节目，跟宪哥，你看到吗？好，宪哥啊，这里你看。他的博士啊，然后太多的东西啊，跟你们讲啊 ，OK， 英男朋友也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就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英男朋友真的，都是真的啊，今天不是 Catfair 啊，我请来这边，等一下他按来表啊，他就说我们手牵手，我们一起走，唱啊唱啊这个歌娘唱，明天他啊，唱啊这个歌娘唱，
没有，还没有架，不要架。等他看他几时愿意架。有人刚才留言呢、欸啊，有人我刚才看留言，前面直播说有人留言，这个男的认识莹莹少奋斗十年。那少奋斗五年吗？那少奋斗五年吗？二十年吗？直接转身。很多人心痛哎、欸，很多人心痛，很多人吃醋啊，得吃醋，我吃醋，那你这么多人吃醋？哎、欸，我发现我们卖鱼哥团队哦，没有单身的了。没有单身了没？没有了。慧珍有了，慧珍慧珍有，嘉庚有老公。嗯。还有谁？没有啊，伟松伟雄。伟松伟雄全部 attach 了吗？本来是你单身的吗？现在变成你不是单身了。只有我一个而已，连你们团队也是啊。我们团队全部没有单身啊。没有啊，也是没有啊。也是有 boyfriend 啊，阿罗邦也有 boyfriend， 全部都没有单身的，所以做直播的看到吗？本来是他们、只是他们的 admin， 如果他没有做直播他就不会认识啊，没有，只是他们的 admin 是做一下 admin 然后变单身 admin， 没有 admin， 现在 admin 全部都是有在一起，只是有时他们做工做到被赶出来，被老公赶出去，你是说做工做到住酒店、这个、就是这个小孩刚才一直很吵。OK， 我们下播好，下播好。OK 了，这个小孩。OK 啊，拜拜。OK， 记得去还钱啊。OK， 拜拜。记得去还钱，拜拜。